啊，有呀！哦，每次要先关这个，哎，关掉。该死！哦，每次看到自己的脸就好恐怖。麦克风。胜，发言，三年哦。好了，好了，我的视讯是不是应该再放左边一点啊？你要看一下，没有，这是视讯镜头，不然我你看，我看别边眼睛就会撇这边。我家在下雨。下雨喽。啊，今天是狐狸哦。嗨，好像哦。谢利恩的25颗星星。应该跟你们讲，我月底不会开哈，应该说7月30号会开，但31号不会开。所以有星星的，可能就是要在月底砸关，或是留着去别人台那边砸，这样。六日出来吃饭啊，啊，就是要去吃饭的、啊。六日就是要，巧克力他们有约啊。嗯？说什么？哦，他要搬家哦。快走啦！哇，谁没呢？个，
大姐头照片，哎、欸，好像有了。月兔，鹤立鸡。条也太大了吧！饿啊，弄安尼啊！之后开台哦，之后至少八点是确定会开啦，啊，会不会提早开就是另外一回事啦。这样啊，那、啊、你就等小，嗯，等小鱼，等小鱼来再救啊。反正没有在 FB 拍了，很自由了。吓到了！拜托大卫像，哎、欸，他脸怎么会突然不动啊？吓死我！没有大卫像。感谢阿亮的50颗星星。啊！赠品吗？赠品。哦，这个也是吧？你要花吗？会开中舞台吗？什么中舞台？你是说他们那些吗？约你说 YT 吗？RYT 就是看情况啊，家里不热就会开啊，就很随意啊。啊，我可能半夜也开台，有没有睡不着？开个都是一群夜猫在玩的台。这我就不敢保证啦。我坐着应该要睡，好好休息。眼睛真的还开始变黄了。弄大字。掉安安
对，我本来想说，累成这样，我要不要连，反正都没睡嘛，要不要连轻松生存，今天也 pass 一天之类的，这样子。这就知道我累了吧？我也不知道哎、欸，昨天因为昨天跟他们去淡水逛了一下，结果搞得有点作息打得更乱了。反正早上10点、11点就可以睡，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就眼睛闭不上，那就在到处玩。看到那个什么，看 YT 嘛，然后看到手机游戏就载来玩，然后每个都是那种看广告的游戏，什么看广告零体力啊，看广告金钱三倍啊那种东西，那就都载来玩，然后就是玩到后面发现啊，好啦，腻了，删掉。就都是这样子。那你是不是又是鲈鱼啊？对，白痴哦，按错键了啦！因为私下还有偷偷在玩英雄，玩了一下而已了。好，吃饭，拜拜。然后只是，啊，你怎么了？哦，反正之后再说啦，因为。那个什么，抖内啊，超级留言那些东西，要再设定，所以要再花点时间去，哇，我真的不能驼背、欸，我驼背视讯就会不见、欸，本来应该说它会卡住。哎、欸，他要不要抓虫？觉得陈烨也是很可怜。这样回家超快的、欸。哦，对，昨天那巧克力谁送的？我今天忘，我昨天忘记吃，然后结果因为今天早上太热了，它融化了，它变成像是巧克力块，然后中间包着核桃，忘记放冰箱。因为本来想说半夜拿来吃，
然后结果我就昨天就是睡着了嘛，太累睡着了，然后早上7点才起来，然后剪片剪到然后快10点，然后就去楼下，我想说再躺一下，就睡不着。我叫你啊、喔，他变巧克力块了、欸。至少还知道要送巧克力啊，送其他东西我觉得哦，都不贴心。明明知道我比较喜欢吃巧克力这样子，所以是说啊误会啊，都是乱送的。对，黑桃要不要抓虫？我要去抓鱼了，我要下海了。我等你回家，你修眼镜。啊！感觉又可以抓到一只。家都虫了，眼镜被你哥压坏了，哇！他是对你做了什么怪怪的事情压坏的吗？然后自恋的我最近照镜子啊，发现我好像有点歪嘴，就是我的嘴唇上下两边的嘴唇有点开始倾斜了，可能就是因为要么颜面神经失调嘛，要不然就是你都只用一边去咀嚼东西吃东西的话，另外一边肌肉比较发达，比较扎实，然后导致另外一边会松弛。拍照。哦，这泡泡很特别哦。大贝壳，白痴按错。不会吧，抓到贝壳再抓到珍珠，有这么好看的事吗？珍珠啊，还是藤壶啊？哦，藤壶。云海带。
感谢您的十颗星星。剩余的星星，你剩余十颗也是很猛哎、欸！感谢梁家轩的十颗星星。我真的觉得我有蛀牙了，刚把一块巧克力往左边塞，就有点痛，牙齿有点痛。还没抓到啊！灯冻身冬天还可以啊，哇，冻身的冬天可以抓螃蟹、野长蟹、冬叶蟹，过来吧，鲍鱼啊，要满了，要回去。哦，你已经弄好了、啊，哦，就弄好了，哦，都没来看台，没事，那时候花了一点点时间在弄。
什么时候弄的啊？好像礼拜四吧，上礼拜四，因为那时候那个什么，那什么奖金争夺战的时候，就露米跟团团那边说，繁星，你有没有开那个啊？什么虚拟那个视讯？我说我没有，说你开啊，这样我们这一段，我们这一队就有三个开视那个虚拟的，说啊，我还没设定呢。我说哦，好吧，那你下次再用好了。你们下次送我巧克力，不要送，要咬的那一种，就直接送那种含着就好的，因为有点咬不动，我是不是真的老了？完了，牙齿是不是不给力？我的天啊！因为牙齿本身没有到很好，我以前真的蛮爱吃有坚果的、有核桃的，而现在真的感觉咬不下去了，怎么办？哦，你在这里啊，来来来。好白哦，穿着更白了。没有啦，我一开始讲那个牙齿不好是指啊，我那个我的房子比较脆弱，我常常就是咬比较硬的，因为我很喜欢咬很硬的糖果什么。对的，然后就咬一咬，咬到把牙齿咬断过啊，是吃鸡排啦，鸡排吃到牙齿断掉过。这样子，开玩笑、喔，我因为我有说我也会咬指甲啊，然后我咬指甲也把我的牙齿咬断过。安安，鸡排炸的就是超级那个皮超硬，一到就是你真的不太能吃它的皮，不然你的口腔会被刮伤。今天是不是到12点？我不知道。今天好像没有，好像没救。状况应该是可以啦，还是11点半？就不知道啊。再看怎样呗。我其实咬指甲的历史到我高中二年级那时候有一个网婆。我们住的算偏近，那个也是高二那时候搭个捷运，没嘛，应该是我们只差了两站的距离，但是从来没有见过面。我们是到他跟他同班同学在一起后，然后把我甩了。
还跟我见过面，都讲过啦。他的家人很喜欢我，都一脸看起来老实老实的。然后就反正是被甩嘛。欸，他看起来名就很大只啊，我的天。然后就是因为他然后住很近嘛，因为那时候咬指甲到指甲很丑，然后就为了他开始留指甲。然后一开始是真的还是很难留，爱留了两个月之后才开始就是戒掉咬指甲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学校又有那个服装检查，服装仪容检查嘛，啊不，当然就是指甲不能太长。啊，那时候我就跟我们老师说啊，老师怎么办？我生平还没有剪过指甲，因为以前服装仪容检查我的指甲是一定过的，因为会自己咬指甲嘛，啊，自然就是指甲很短，就不用怕。当然，然后自然而然就是哦，每次服装仪容检查我就是都不担心。啊，直到开始留指甲就开始担心指甲了。然后给我们老师看我的指甲的时候，因为被教官查到的话就是扣分嘛，这样子。然后老师就说：“哎呀，你的指甲怎么长这个样子啊？怎么那么奇怪啊？”我说：“啊，我以前都是用咬指甲的啊，都没有留长指甲过啊。”啊，那时候就是第一次用指甲剪指甲的时候，就是有那种震动，然后指甲去震到，就觉得都好痛。然后说咬指甲是都很丑，什么坏习惯什么。啊，对于我们咬指甲的人觉得还好啊，不要看啊，这样子啊。当遇到喜欢的人就会改变，你看你愿不愿意改变。然后看到这个冒泡泡，欸，今天好多在冒泡泡，你怎么了？你买兔子耳朵干嘛啊？Excuse me， 你为什么买兔子耳朵？要说你还买蓝色的哦，买什么兔耳啊？你真的买蓝色的哦？哇塞，真是。然后我也是。最近又有咬一波指甲，那是因为开始在 FB 上班前那一个月，我指甲又咬过短，然后指甲太短有发生一些，啊，就是你做任何事情不小心去碰到指尖那边，就是因为过短，然后就会变得很痛。那时候就是紧张做不好啊，那做了之后发现说是真的做不好。记录一下34分。妈妈要来抓虫吗？黑桃，黑桃，黑桃，要晚一点才能抓。没有，因为看一下哦，
虽然我真的是没有在，真的没有在强迫人家一定要挂我的台、啊，只是没有挂我会干一下这样子。看哦，粉丝团80000多嘛 ，RYT 也有110000了，然后兔窝区有快、欸、有快300多人，可是临时开台就是看一看就是你们固定几个。而且我知道大家用不惯 FB 啦，这才是重点。而且真的 FB 好用，哇，开始在闲了没有？不讲事实啊，因为这已经是大家都公认的事情啊。啊，我们那时候里面内部也是提说要如何留住观众或什么方法都有讲啊，这样子。要好，你要来哦、喔，那我去开门。然后看像只有在玩麦块嘛才会破80人，然后今天的轻松生存才会破100多人啊，平时巧克团或者是周五跟周二巧克团还勉强到90人左右，那阿米狗也会破100这样子，没事啊，那已经是之后可以开心开台了。因为我在想，因为在 FB 之前我就只是一个礼拜开三次台嘛，啊，三次台一次都是开2小时，啊，我就想说，那如果我把在 FB 的时速换到 YT 去，就是也是都开5小时这样的话，我在想我当时的，就是因为我的收益主要是靠影片嘛，啊反而直播的话，我不太确定会不会赚钱，所以我想试试看说，如果回 YT 之后，就是开台时数也拉很长，然后次数也变多，那是不是钱也会变多这样？还会每天开吗？就可能不太会了，不过应该会尽量啊，毕竟这是我们工作嘛。就换个角度啊，这是你的工作，你就要去做啊。没有，就说没有强迫，因为我讲啦，我自己的能力我自己也很清楚啊。哎、欸，扇贝是不是你？你我的贴纸，你是说阿米狗贴纸哦？懂吗？就是，我讲过啦，就像我的图，很多人都问我怎么不去游戏公司上班呐、啊？我就说我的图就不适合啊。我说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他就试了过后。怎么被游戏公司的打脸啊，说你这个图真的很难找到有游戏公司会想采用类的，就整个真的是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哎呦，直播收益都是超级留言，你妈给你的，你妈是我的粉丝还是你是我的粉丝？要求你妈买给你的，因为其实我在虾皮哦，虾皮现在真的好久没用了，可是我还是会看啊，如果有人有买的话，还会去。可是最近就是真的虾皮这边，已经两次讯息说，你的卖场。将被冻结，然后就叫我先登上去解除冻结这样子，因为就是长时间如果没有人买东西的话，他视为说这个是没有在用的账号。
不用带潜水镜啊，你只要有潜水衣就可以了。我亲手给他的哦，所以是他有到场次哦。因为其实我有遇过几个，就是妈妈年纪的有来跑来买，然后也都是说帮小孩子买的这样子。然后通常是这种，我都会，这我应该都有多多塞一些礼物吧。就比如说他只是买个。像明信片或者是那个夹子啊，什么商品，我都会再多塞一个商品给他。唱歌台应该不行了哦、喔，因为唱歌台影院有说啊，如果是什么版权攻击太过严重的话，会禁止开台90。我不确定啊，因为之前。我在 YT 开那个嘛，在好乐在 KTV 唱歌啊，有开台嘛，然后就回去看记录的时候，收到了一大堆版权攻击嘛，就很担心，那怎么办？是只要不要有收益就好吗？还是什么的？兄弟，我没办法用超级留言。超级贴纸是怎么用的？我超级贴纸，那你可以来了，我开好友了。来店里买东西给的，这样也不是场次，好像是你来我们店，你家是做什么的？贴纸，你家做什么？欸，你住哪里？你家做什么？我这样的好像在问身边调查、喔。欸，你这样我好好奇哦、喔。亲手到店里给的。一排店。哦哦哦哦。哦，你是那个弟弟哦、喔。欸，你要好好念书，好好听妈妈的话哦、喔。我跟你讲。我想一下哦，我认识你妈好像也认识十几年了。有啊，我都会去你妈那边买鸡排，然后有新的商品都会扔给你妈，然后叫她给你这样子。啊，这个滴滴就是我之前有提的嘛，就是他说。他妈妈认识我，就他就是开心的活蹦乱跳之类的，就是他。我想说，什么鸡排店啊，想不起来。然后还想啊，对耶，也不算大认亲啊，因为从来没认亲过啊。然后因为我每次都是半夜一两点才去找你妈这样子，但好怪哦、喔，去买鸡排这样子，那找你妈找人妻。来玩啦，上班族！哇，你也太搭了吧！天哪、啊！欸，他前面有个草，你知道吗？他有个分类是前缀是草，后缀也是草。所以有一次我的称号叫草草，然后你也可以改成草上班族。哎、你要好好，真的好好听妈妈的话呢。你妈，因为他们家那边好像就主要只是妈妈跟他爸在做炸鸡这样子，然后有时候我过去都要排个八个人哦、喔，我这个没开玩笑、喔，就单都很长。
然后一排就排了半个小时以上。然后有时候你妈又觉得对我很不好意思，因为让我等这么久，都会多送我可能甜不辣啊，或是地瓜薯条啊、鸡皮啊什么的。啊，有一次最好笑是，我明明没有夹鸡皮，然后把鸡皮也算进去。我刚刚想说，欸，我没有点鸡皮耶。然后说，你没点哦，啊，没关系，那送你。因为我今天草不是那边的脏话的意思吗？欸，我抓了快一个小时抓不到板栗贝欸。欸，等一下，多人是不是就不会有板栗贝了？不就不会有阿塔了。你们那时候遇不到阿塔是不是就因为多人的问题啊？会吗？你们那些有玩过多人有凡利贝过吗？不不，有阿塔过吗？在讲什么？来了，见真章。哎，欸，没有哎，欸，好吧，我等你们离开，我再来捞好了。天哪，啊！哎，欸，多人不会有哎，欸，对啊，因为照多人的逻辑，刚好满了。你先回去，来不及了啦！因为凡利贝这么好捞哦，你先抓啦。这个我输出影片还能再继续捞啦，不用担心啦。这个至少，如果今天提早关台，我或是如果没有拖，我再继续抓凡利贝嘛，就是这样而已啊，小事而已。抓高脚蟹，你调时间了哦？你是调时间了吗？不然怎么这个季节你会有高脚蟹？还是原本就有？我家有什么美术品？有三个赠品吧？赠品什么赠品？是我最近因为要保养我的皮肤，没有去吃炸那个鸡排了。你可以问其他人，那个谁，陈烨吗？至少皮肤好很多了，不然之前满脸痘痘，真的是口罩完全不敢拿下来。那个弟弟还在吗？巨骨蛇鱼，哇，今天这么好钓啊！今天有个正品，好像是维纳斯，还有星空。还是要，好像叫星空吧。还有，啊，如果晚上没有通话的话，我过去啊。这个是正品，然后这个好像胸口要有稻草才是正品嘛。啊，这个是假的，应该真的吧？你们看得出来吗？现在懒得开，上次看你还光亮的嘞，
没有，你上次看完之后就是压力暴增，就涨回来了。我比较确定就只有这个啦，这一定是正品。好，去我帮你 Google。帮你查尔，大垃圾！哎呦，哎呦，哭啊！我现在有人在那边留言哭啊，是什么意思？哭？那个王国之杖不是说你是在哭吗？这只是你是在难过、在伤心、在哭吗而已啊？什么有人在回说我在骂靠？等一下哦，哦，左上那个是要有两个人才是真品，维纳斯的诞生，右上角要有树哦。是真品欸，这个是真品，对啊，右上角有数是真品，然后这个胸口要有稻草才是真品，哎，两个真品，看你要不要来买，哎，不是啊，那个谁，啊，黑桃，你应该现在还没有，你现在可以开博物馆了，是不是？如果有的话，你看你要不要买啊？啊，然后你沙滩那边的画有没有剪呢、啊？那这些是 M 提供的。对啊，常见的名画，常见的这个可以各剪一个走啊，还是你已经剪过了？哦，你上次有剪哦。哦，好，那个娜娜，你的博物馆有艺术品吗？如果有的话，你这边就是这种名字一样的，就各剪一个走吧。我跟娜娜说没，我先跟你说嘛，奇怪。啊、娜娜嘞，娜娜你不会走了吧？你只是，那你晚点再捡吧，你先至少在十点前把东西清一清，回家一趟，这样子，把那些都是钱嘞。如果你要跟我一样盖成这样的话，首先你的岛要可以改。哎、欸，五星岛才能改对不对？还是三星就可以了？好像三星就可以了吧？反正就是你要有那个岛屿创作家，你要有这个东西，才能在上面种沙子，改沙子啊。没有传来，你进。首先是好像你博物馆要达到多少东西，然后那个早上西施会跟你说有个可疑的人会在附近闲晃，然后你就会找到狐狸，然后狐狸他会卖你一个真品，那真品都是随机的。然后你就给博物馆之后，博物馆会隔天进行施工，再过一天你就可以贡献艺术品。
欸，未来日记好不好看呢、啊？先不要去看了人家的那种，啊、靠，人在这里，不要去看了人家的那个，就是那种两三分钟的电影那个解说。原来我七友奶就是那边来的、喔，他还蛮赞的呢。你以为他被子没跟他买啊？怎么办？那你要不要先拿地上拿一幅画回家？啊，你怎么没问我们？把你拉进群就是要让你问大家的啊！哦，你看到生气哦，很两极。我就是想说，为了有奶去看啊，可是他，我自己已经先看完了，我就是那种啊被剧透光了才去看那个东西的。可是我觉得为了他是为了这样讲，那讲又有点剧透，我觉得。可是感觉起来，我觉得看的我会眼泪掉下来、欸。哦，男生这部分我会觉得很白目哎、欸。男生的话是啦，可是女生的话，我觉得女生很棒。男生就有点像我了，白目。啊，要换游戏了。先把这打开。哎、欸，日本真的有人姓我妻吗？因为我现在只知道两个我妻嘛，一个善意，一个有奶。然后我那时候会知道那个我妻有奶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我们 building game 不是要盖一个反派吗？啊，我们就盖了那个谁，那个谁忘记了，超高校美女，那叫什么名字？忘记了，反正就是枪弹的那个嘛，也是粉红色双马尾的，那就是那个谁，演员猜了我妻有奶，我才知道他叫我妻。我忘记名字了，好，当时也是因为团团出这个，我才觉得他很赞。哦，对，江之岛，哦，对，盾子也很赞呢。好了，打我妻通通都变成善意了，有奶不见了，有奶，抱歉，我在看。
噔噔，好，换个连发手吧，摸一下哦。好了，我看到就是不知一笑。好的，我看你穿什么奇怪的东西。啊，靠腰！什么、啊？傻眼！这个人为什么才能要浪费在这种地方？やめてください。好烦哦、喔！原来你爱这一位，没有这个，我们懂了。杰克，开他喽，开吧，反正这就是所谓的反，这是所谓的反差啦。杰克就是喜欢这种东西嘛。哎呦，还改标题啊，赶快，趁机改一下标题啊！原来杰克喜欢这位，原来杰克喜欢这位，原来杰克喜欢这位，然后要把原帖先放在下面哦。什么？怕爆！嗯，哎咻！上课，上课，大家安安，早安，早安，你好，晚安，你好。反正你刚看了，不会吧？看了啊。哦。哦。哦。Hello， 摩托。我 ，Hello， 等我一下下啊，等你，好，慢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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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慢来，你慢慢来，大家安，安安，偷问一下小雨，你家是不是要录影？对，是，好吧，欧马录录一个小时，那我等你一个小时，好，那我开着台等你一个小时，哇，你是多爱开啊，天哪、啊，他想抓龙啊，抓恐龙抓上瘾了吗？好不好？上瘾，哎，我应该可以开着啊，你如果可是你要录影会不会影响到啊？不会啊，我昨天开台录影都没差，哎呦，哎呦。哎呦、啊！你看我昨天开伺服器，哎、然后又一边录影又一边直播，太夸张了！哎呦，你的电脑很强哦，这个电脑。哎呦，我那时候组也是花蛮多钱的哦。嗯、哎呦，你花了多少啊？这是那个时候 NONO 的一个半月薪水啊！哇，你直接把它搞定了、哦、六吗？六开头吗？那也是蛮多的啦。哎呦，60万哦！哇的哇哦！小雨大干妈，组什么电脑可以组这样也是蛮猛的啦。那我就另外多组一台放着就好，我还组在同一台。好像也是哈，组在同一台又比较好。伺服器，对啊，组一台伺服器啊，对啊，组一台伺服器比较好，好不好？真的直接顶归下去了。哎，主台是不是现在就哈基在弄？我就来来来，没事，我来。我开，我开，我开，没问题。以后都交给你这样子，可是没好啦，都好啦，好，对啦，今天这么准时，大家都这么早。等一下，我觉得有人怪怪的，怪怪的，谁？你怎么变回来了？啊，那他，那他，等一下，没事，忘记换时间。他，你穿全套啦，没事，没看到。啊，我刚刚没注意到，可恶啊，没事。请他。
怪怪的，怎么你的头在头上？他怎么泱泱也变了？你的护目镜嘞？他上次就变一阵子了。哎呦，我那个真的录影录一录都会忘记把 skin 换回来。好，我也是啦，好险好险，刚刚穿整套没有破绳。太不习惯。哎呀，提醒他吧。哎呦。啊，今天呢，原本是要来打 boss 嘛，啊，对，今天因为因应你们应该知道最近的微理财，微理财的那个痛吗？啊，这不就是昨天吗？等一下，对，等一下，对对对，发生什么？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了？闭嘴！就是微理财一直共估，一直共估，所以现在奖金很高，所以很多人天天都有去买彩券，就是看等下会不会。变成300亿得主，哇，起来了。对，所以呢，我们的轻松生存呢也弄了一个乐透系统啊，叫做轻松彩。对哦，轻松彩，彩彩彩什么？对，啊，彩的话就是等一下去楼上会看到有那个四十个号码，哎，每个人只能买三张，最多买三张。哦，你怕有人包牌就对了。对对对对。那请问可以从那个吗？有钱就大爷。请问是垄断的吗？啊，对，垄断，你号码买下去之后，就那个就是只是你的了。啊，哦，这个同学是。然后呢，等一下呢，我们等一下会有两次的抽奖，在9点跟10点分别会有一次的这个乐透。哦，那开完奖要重新买吗？对，要重新买。哦。等一下，就我们这个 boss 呢，在延后之后再慢慢打。那我们就先来玩一下这个乐透。好啦，那就散会，散会。好了，我要去买彩券了。我先看一下奖金得主就是你。先来看看。重点是彩券多少钱呢？对啊，重点是要多少钱，你知道吗？上次充装充光了啦。我刚刚是买绿宝石啊。哦，一张十颗钻，一张十颗钻。那我要登录奖励。哎，我也要登录奖励啊！我也要。好强啊！哎呦，我看，哎呦，好忙啊！这个是目前累积奖金，你们买彩票的话，要把那个钱10块钱就丢进去箱子里面，然后自己把那个彩票拿下来，然后换着投上去。好酷！那头应该自己都有一些吧？我只有5个，所以我需要登录奖。我有很多个。来登录奖20颗，好，先买两张，买起来。我先买我喜欢的号码。哎，等下，我要每张10颗。哦，我直接买3张，我直接，哎，可以啊，可以啊。好，先买3张好啊。这个我没有，最多也只能3张啊，最多只能3张啊，最多3张，一次最多3张嘛。啊，我要先打下来，等下再放头。我也要等下再放头。我先买2张，自己放钱进去啊。这个啊，有。台都有开着吗？我要回去拿头了。我放了30张，30颗钻了。好，来1、2、3。我外逃嘞，我外逃嘞。这样29，28嘞。哦，在这。哦，没有。那我是买27。嗯。紧张。我是买多少啊？我看一下。我是12跟30，八号呢？我去拿头了，八号被拿走了，八号我买走了。请问19被谁买走了？啊，19不在我这，被我买走了。你为什么？你对19有什么偏见？我要去拿头，头在楼下。我现在回来拿头了。哎，我只有我只买2张，哎，我好穷哦。赚钱啊！我要去赚钱了，我要去赚钱了。我要赚钱了。老大，我借你。啊？我借你，下一次还我15颗就好。我才不要嘞！我宁愿继续挖，我挖一点五，挖个5的钻石好吗？可能现在才……哎，怎么有人可以先拿走票不给钱的啦？没有，给完了，给了。头颅啦，头颅啦，头颅啦，头啦，头啦，补头啦，卖金丢啦。身上没有，我买最后一号嘞。阿基，我问一下啊，任务这边的按钮可以按吗？会不会影响到彩券那边？应该是可能，大概或许先不要按好了。好，先把它打掉。哦，我要买的都被团团买走了。2张而已，就19跟30啊！哎，我没有投，你没有投，去打 boss 啊，或者是买装备。啊，那算了，那我放别的好了。
你要放什么？你要放什么？要放什么？我放个青金石证明。哎、欸，我要放绿色的东西啊。那我放中石。可能你放青金石，那算那个流标哦。流标。我要放中石，我是绿色的嘛。放哦，放错了。为什么你会没有、啊？下面那个不知道是谁的，等一下我换一下哦。十二是这一个，我放在这样这样。是酱油啊。对，是哦，这是酱油的啦，酱油的酱油。酱油十九号给我。有了，你直接指定说我要这个号码，十九号。我竟然没有钱，号码是我的。他彩票留着，好，请聊天室帮我选号码。我刚才是请聊天室选了一个，那哪要啊？骗啦，会中就是会中嘛，对不对？对啊，会中的电脑选号也是会中。哎，我跟你讲，要无心流万岁。那就连号啊，一二三有没有？一二三，哎，对耶，好，来不及，我已经买下去了，可惜了，不然我应该就连号了。我要连八号的都连不起来，以后叫你荷叶好不好、啊？可恶，我没有头嘛。为什么你会没有？你也抽很凶、啊。没用吗？我记得你不是也有尾刀尾刀王？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你投到我家，你上次丢坏的、哦，有吗？有吗？哦，在这在乱扔啊！没投、啊。可是我拿到头，我都直接丢虚空哎、欸。为什么丢虚空？你自己为什么要丢掉、啊？为什么要丢啊？我觉得他很挡路啊，我把我所以自己丢掉。你觉得你很挡路吗？我要把一个家我的头都挖掉。好、哦，你箱子里还有两个、啊，我真的吗？哎、欸，太好了，这样我有两颗头，我二加二等于四，我二加二颗头，二加二颗头。哎、欸，是我的问题吗？我好像看中心点那边 FPS 会掉一下，然后看别边就好正常的。FPS 你是说我是蛮正常的？我现在到中心那边大概就是30而已，但是到比较远一点的地方就60。哦，我没有这个问题，距离开太高啊？会没有啊？12啊，盔甲镜那个、啊、展示框。哦，有可能吧？哎，你要跟我说一句。嗯，哎呦，看起来感觉是还。喂，涛涛，有一点落差，你俩还叠不起来，不知道为什么。啊、那个正常，那个正常，叠不起来正常。叠不起来哎、哦！真的假的？有些标签包什么？我要去过香炉。香火香炉，我要去团团，哎、欸，不是团团哦，对我少掉10颗钻，对对对对，哦，我要去杰克那边过香炉、哦，我差点忘记了，哎、欸，你我要去，杰、欸、克哪边可以拜拜啊？说哪边？只有洗手的地方啊？哦，我去过一下，好，先求神拜，做浴所洗而已。好了，我要来去找我最后五颗钻石的去处，我要传一万格了。好，我去中介了。好，拜拜，拜。等下再去胡西师傅啊。哎、欸欸，真的、欸，我到户外就流畅了，就是中间那一区比较尴尬。目前奖金有6组钻加28颗钻。哇、哦、哇！哎呦哇！到底会不会独得呢？是中的人他应该只有中的人全部拿走而已。对啊，就中的人全拿走。是全应该没有二奖三奖吧？啊，对哦。没有没有没有。是谁中最多吗？还是一人独得啦？一人只有一个号码。哦，一个号码而已。一个号码。哦，我以为抽三个号。啊，九点没中会延到10点的继续拿。对对对对，都会继续累积。哦，有哦，奖金累积在下一期，大家都各种赌徒了，好可怕！期待要冲哎！哎呦，哎呦，哎，奖金将累积到下个月是吗？没有吧？啊，有一个亮亮的，你没看到啦，你没看到啦！你没有看到啦？是那看错了，那看错了，那是有人在打的啦，那是哈基放的啦。打我偷偷打哦！天哪、啊，我来了，看错了，看错了，哎呦，都快打完了！你们在打什么啊？来打骷髅、哦？为什么要打骷髅、啊？我来了，我来了！哎、欸、，boss 上面打 boss 哦 ，boss 哦，啊、哦！我的东西在这49哦。有人现在在鱼骨吗？那么多啊！我天，还没啊，我还在找洞，我要等早上。哎、欸，等一下，你那边有地方捡到石头吗？石头在我身上啊，没有。现在来钓个鱼好了。捡到草。好。
因为我是老客，真的是，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刚刚打。啊，我这边要再讲一下啊，那个观众啊，我这边缺任务啊，记得填个表单，对，赶快填一下，填单，任务征求中，任务征求中，是不是很多其实有投稿，但是他都是投一些不能用的。对，比如说什么丢西瓜到哈记箱子里面啊，或者是打掉谁谁谁啊，都这种的很无聊呢。对呀、啊，对呀、啊，仇恨值满满的。其实他们也是不会觉得我们炒冷饭觉得很无聊，也是蛮猛的。这个梗用多久、啊？这梗用多久还在一直炒，太强了，真的是。很多梗已经玩超久了，可能他们觉得越炒越香吧。对啊，有可能是在卤味，是不是啊？我的天、啊，越卤越香。精英怪哪里、啊？那个中心点下面。他那个修补是只要带到身上就会修吗？还是有拿到经验就会修啊？没有经验就修啊？哦，我看到了，手拿着、啊，是不是？你拿在手上或穿在身上啊？对，那我要哦，那我要把要修的东西放在右手就对了。左手也可以啊，左右手都可以，都可以、啊。你可以用有修补那个打怪啊。嗯。哎呦，哎呦，是什么？哦，有人有问说，投稿任务要表明奖励多少嘛？应该也可以吧，但是奖励哈记评估吧。奖励不是吗？奖励不用写，哈记评估啊，不用。哈记评估。然后他们有人有说，是不是只能投稿一次？没有。我去把到时候把那个弄掉。哦，所以现在目前是勾着的，是不是？等一下，等我把那只对，等一下，现在很忙，现在很忙，等一下，我看到他了啊，来不及过去，算了，只有二十个哦，也没，我有苦力怕，这个人，我你怕就舔，好可怕，好可怕，我真的让我想要臭鸟好气啊，果然对他没什么好印象，臭鸟，还有一个人呢，这里啊，哦，吓死我，谢谢。小雨，嗨，你有打吗？有啊。等一下，小雨，等一下，小雨，你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小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哎，装备都起来了，你死不了。他们叫我不要动，然后叫我苦力怕炸。哎呀，对，今天不能再乱死了耶。对耶，我讲一下，我们有死亡惩罚了。对，死亡死一次，下一次你的那个钻石就少一颗。哎呀，你可以无所畏惧哦。无所畏惧，死二十四吗？对啊。有点恐怖哦，恐怖哦，恐怖，恐怖，这样放东西。他啊，对，你是说少一颗钻石是登录奖励嘛，对不对？啊，对，登录奖励。嗯嗯，好，这样你要善用这二十次。当然没有啊，能不死就不死啊，能不死就不死。哎呦，回溯了一下，为什么的啊？没有，其实我不能把我的连结丢到我的那个下面呢，他不让我出场。怎么了呢？是你就先丢聊天室。对啊，他不让我存在下面。YouTube 有小坏坏了吗？对，还有他坏坏了。坏坏，我才刚最近才刚称赞他，又要欧北来，夸不得。哎呦，刚刚有两个人从门口经过，旁边有一只蜘蛛在发绿光，哎，哎呦，有蜘蛛，谁就这样子经过来教你了，来教你了，要那是我养的吗？哦，真的有，来不及了，他已经成为我刀下亡魂了，哦，那把他的蛋还我，他这掉红红的蛋，你要不要？什么红红的蛋？红蛋吗？哦，影院难道？啊，那是蜘蛛啊。那蜘蛛掉的，对啊，蜘蛛的红蛋啊，怎么了？你想怎么想什么？他想说你是不是生女孩，是不是？还要不要？但是女生吧，男生是鸡腿吧？是吗？是哦，有这个分别哦。啊，你在说什么？我在想什么东西？哦啊哦，你说油饭那个？油饭那个满月？我怎么记得都有红蛋？我都有啊，都有吧？现在没有分那么细了吧？对啊，哦，我超喜欢吃那种明月油饭，超爽。真的假的？很好吃哎！哎，最喜欢吃。取消掉了，已经可以恢复很多次了呢。
啊，你说有版吗？没有，他是问你啦，他是问你，问他是问句，确定一下说重新投稿不会被移除掉之类的。对对对对对对，那是可以重复的。好的。感觉他自己看那个表单，应该就有看到很多那个欧北来的，就是随便乱打，然后那个信箱也都乱打，对不对？对啊，信箱也都乱打。对啊，我就觉得、不知道在干嘛。哎，欧北来，冲杀回，每次嘛都超多。对啊，我就不说之前我们在征求地图的那个表单有多么精彩。哎呦，精彩的还是什么？对啊，哎，他们都各种盗用别人名字，哎，然后呢，那个地图连接给我 po 那个 Google 表单的那个填写的那个。问卷的那个真的复制贴上了，太闲了。对啊，复制贴我就超闲的，你知道吗？然后他还会叫他打一段话，有什么副传，就说很好玩哦。他喜欢填表单啊，哎呀，他就觉得填表单很好玩，误会他，我们误会人家。对对，所以以后什么学生都要表单，就要请他来帮忙填。对，那他喜欢填表单这个动作，原来如此，这是他的工作，他的兴趣。对，最喜欢填表单。掉啦！哇塞！哇塞！好早啊！这怎么了？发生什么代志？他的脚踩两把剑，脚踩两把剑，所以他会御剑术吗？御剑飞行。那个仙剑的这个 IP 真的不知道是被用了几次，到现在还有，他不是已经不知道到几代了吗？对啊，最近又出了一大堆这仙剑手游啊，仙剑其实他最要出七嘞，对啊，我记得他出到超后面了。哎，我们联盟中的那个也太多了吧？也没，对啊，爆多，超爆多，没睡吧？大家没睡啊？嗯，啊，因为我们这一次上线没睡觉了，对，这也太多了吧？超多只，怕爆！你因为上来绕一圈就下去了，补血啊！好好好，上去补血啊！现在补血不用按啊！对啊，现在补血使用频率非常的高。嗯，振兴补血站，其实在装满。振兴补血站，它是振兴补血。哎呦，自助补血站。欸、小雨。下次我来发个振兴券，拜托！不要，我三倍换啊！我钻石超少，钻石三倍换哦、啊。我要换一个振兴券，轻松。那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十颗钻石换三十颗？你才十颗哦！你以为、哎、你有梦想一点吧？好像可以哦。那我想问一下，可不可以申请低收入户证明？低收入户啊。这有点难啊、欸！我现在就是低收入户啊，我的钻石超少。哎、欸，可是你有三座房子哎、欸，对啊，你房子超多哎、欸，你房地产，你房地产很多哎、欸，房地产最多哎、欸，你地产大亨哎、欸。可是现实不是也有一些是这样？哎、欸，你就是玩那个大富翁，然后钱全部都拿去买房子、买地。对对对对，身上没钱，说自己超丑，然后疯狂的收别人房租。哎呀，大家都很会。我本月悲情人物不是你。不要啦！你如果这样搞下去，刚刚有人说，那他进你要收房屋税吗？拜托不要，我会爆炸，真的会爆炸。每个月的，对，那住在地洞里面没有盖房子的，可以领补助吗？哎，对，我要领补助，我要领补助，故意的吧？地洞的要收土地费，好不好？住在人家地下面，是他用我的土地，他要收钱，我要收他钱吧？對啊、就是租地费、啊，然后豪宅费啊！你看，像我们就有人住石英豪宅嘛，对不对？对啊，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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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他自己收钱，他住在我的土地上面。哎、欸啊，不然我要来盖 ETC 喽，那路过要收费喽。哎、欸，你超适合哎、欸，地狱门、欸。我这里超适合，你要去地狱要干嘛？都会经过我家旁边。要搞好发到哎哎，那这样我们要算一格一格，一格多少钱？一格多少钱？哎呦，那这样子我熊猫馆要
要设门票了，然后那个农田也要收租金啊，大家都要收钱收起来了。那我的经验塔也要收，你们这样子的话，超赚呢！太赚了吧？这样最赚是繁星呢。对啊，经验塔谁都会要哎、欸。你经验塔每次收五块钱，你就赚翻了。对啊，赚翻天。然后反正你就等级制度好了，就日收嘛，日收就好，日收就好。没有，那这样子，你会看到有人一直霸在那边，就是今天缴了，一定要使劲用完。我一定要刷爆，每天没有刷到100的不能离开那里。太浪费了。我有看过那种，就是有一些餐馆，不是你就是进去付一次钱，然后你要吃多久都可以的那一种。就吃到饱。对，我看过有人他中午付钱进去吃，然后他在那里坐到晚上，然后晚上再吃一餐再回家。好猛哦！他好闲啊，他好闲哦，他没事干，付了一次钱，超闲，是蛮扯，好扯。有人在家吗？哇，呀，是我的羊怎么发绿烟？好、哦，完，他说感染了，完了，他已经被感染了。他是在隔离室那个无菌室里面被感染的，那是他本身的，他本身发病，好恐怖哦，他是病原体。病原体，他隔了，把它解决掉，不行，引进去太累了。哎、欸，骷髅马有一只又绿的了。对啊，我在等他第二只。你们要把骷髅马杀光哦！快差不多啦，之前绿的都杀完。他要变成濒临绝种的动物了，我们是不是要帮他对保育类？到时候又打雷，他就又出来了。对啊，打雷就出来啦。哦，多许点愿嘛、欸。你们要放过我那只拴在那里的那只马。那只，他是有说中立生物不会有啊。对啊，对我是有调调的啊，然后那个羊应该是之前还没调之前，他就感染了哦，所以他已经潜伏在那很久了，对他潜伏期，他变种发病发病了，病毒突变了，哎呦哎呦，所以库罗马是敌对啊，不是啊，不是库罗是敌对吗？是吗？我们不是吧？我们上一集。赚了蛮多骷髅马的石头啦。对啊，骷髅马超。我们是就是把它养起来赚石头的啦。啊，所以骷髅马到底是它是敌对吗？它算到底算它是中立吧？它是中立吧？内力不会打人啊。不知道，不知道，反正它会生嘛。对，反正会有石头啦，我们就养在那边。好好好，反正有石头就好，这样。你就期待雷雨天。对啊。反正有得赚就好了。防暴券原本就不能叠吗？哦，对啊，对对，以前就不能叠。哦，他们说算敌对生物啦，因为他不能用那个牵绳嘛。哦，所以我们是骑敌对的马。哦，哇，现在家师都神速腿哎！没有，因为我们离家里太远了。哦，原来如此。是的。欸、如果说牌设定钻装啊，可以回收变回一颗钻石这样子，会不会造成？好像我觉得还好，应该还好，还好，应该还好，就回收嘛，可以吗？村民可以吗？啊，就对耶，对啊，如果说他可以换装备、欸，那我跟你说，不然我就把那个装备的村民做成叠巨人塔。哦，如何？什么意思？反正换它是我比较便宜嘛，啊，我就自己不去换它就没事了。我把它做成铁人塔的材料，还是说你有办法设定说，就是只有在抽奖箱里抽到的装才可以回收吗？我真的感觉它会有 tag 吗？对啊，有了。可是我只是想要就是那种去地狱碉堡，不是拿到一堆一些钻石装的，我可以拿啊，变成一个本子，不然就是中介层啊。原来如此，哇，你的。钻石稿是六还是六？他那个六啊，幸运六啊。有放在家吗？还是在手上？没有、啊，在手上啊。好吧，你看这个人还想申请低收入户，你看这个人。你看，这样子好像低收入。对啊，我没钱啊！你们可以去查我的账，我没钱。那我们要查你了，那就不动产哦。我去查你的元大，然后还有什么？哎呀，我有点怕了，我有点怕了。哎，你这样好像某个师傅要被查账一
样哦。对，我要跑了，我要跑路了。卖了两栋房子吗？帮、欸、我 cover 一下，我要跑路了。两栋房子吗？师傅有事要先去 去国外深造了，要去找酱梨梨了。我要追随师傅。你要帮师傅处理好这些事情，你要帮我处理好。那我要先转行当杀手，全部干掉以后再去追随你。哇，哇真的的、啊，哇哦，哇，你的处理不得了啊！不得了，不得了！请问你是古王的那些女仆吗？战斗力高的跟鬼一样。哎、欸，我这里有四颗的，我在想要自己挖，还是叫你过来挖？你有没有丝绸啊？就先挖起来啊！对啊，你有丝绸先挖起来啊！我有丝绸铲，那你可以试试看。铲，那你挖，直接铲爆啊！你挖掉的时候跟我们讲一下。我没有丝绸搞了。嗯嗯，那我挖掉好了，算了。四颗鸟鸟，第八鸟鸟，鸟鸟鸟，四颗鸟鸟，颗鸟鸟。有加速以后好，好容易爆冲哦。对啊，哎、欸，都蹲着走路了、欸欸、哎呦，回去都蹲着走路。对啊，哇塞，还有四颗挖到九颗，很难对齐呀、啊。而且有时候会前面有岩浆，怕爆。来的，宇智波怕爆。宇智波又是宇智波，宇智波之前要跟我屁事，他很忙，宇智波很忙，超忙的，莫名其妙都被 take 到一样。还有这个、啊、哈特利也是啊，哎、是烟卷吧？烟卷比较是烟卷呐、啊，对啊，一定又是烟卷搞的鬼这样。对啊，不是有人叫那个你应人罚？哦，那个哦哦，但是我觉得烟卷比较可怜呗。我的干嘛？对啊，忙死了！烟卷搞的鬼，是啊，怎么想都是烟卷的错啊！我刚刚怎么变成烟卷搞的鬼？点过去哦，搞的鬼！哎呦呀，靠了去！哎呦，要死我！哎呦呀！其实烟卷什么都没做，就被碾过去了，他就被碾了。后来他们不是有人发那个，就是他是说以前的那些人数，然后超多人数的名字都超乱取，就只要你加个人数就是人数了，就只要加个人数就是人数了，超烂。所以都有那种梗啊，人把我肚子二之数之类的，真的超烂的，这是导游特制的。那时候有票选啊，哈特利什么人把人数人家最喜欢啊，哎呦，超强。然后有人票选是伪造文书之术，伪造文书之术，对啊，我觉得我可能会需要一下，没有了，没有了，你要需要这干嘛？哎呀，没有啦，想干什么？想干嘛？难怪师傅你要逃到国外，真的？你是在为你未来做准备？我们先把技能学起来，哎，先学起来，先学起来。不愧是师傅。大家好好珍惜，看一天少一天。讲着讲着都要自己哭了。对啊，大家能看且看，看一天少一天。啊，逃到国外就看不到了。哦，哎、欸，没有啊，国外是可以，他可以在国外做影片、啊，做影片啊。对啊，我可以用另一个名字啊。对啊。另一个名字跟一个长相。对啊，叫团团熊猫啊。对啊。类的嘛，或者是叫猫熊口口之类的啊，猫熊口口，对啊，或者火锅啊，对不对？都可以，都可以。你叫口砖口砖，口砖口砖口砖，口拆开来。是你哦，熊猫口砖口砖，听起来好长啊，超长，超长。哎呀，这下好了。我自己岩浆好大片哦。哦，你到了岩浆，岩浆海的。很痛，我要去你们那边。来啊 ，Go！ 我的安德嘞。哦，你一来就有钻石，你应该早点来。哎呦，真假的？哇哦，幸运之神！啊、有没有我的份？啊，哦，我给你了。好了，给你了。耶、yeah, 还没挖完呢、啊、今天怎么可以跟师傅讲他现在是在存他的那个飞机票他怎么说一颗存飞机票他在存飞机票耶、yeah, 三颗耶、欸、哇哎、欸、等一下我身上只有两颗然后你三颗是啊
没关系，没关系。我现在要熊猫团团的大气，我现在要做好事，这样到时候被告的时候，没有被告的时候才会有人帮我，没有啦。我们税收少一点哦。而且说要做好事，那个伪造文书才会学好。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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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国要逃到哪一国啊？你为什么要想这个问题啊？你人标口口。现在续塔都不好吧？等一下，对啊，哪里都不好。对啊，嗯，想去哪？出不了国。台湾比较好，你想去哪？对啊，还是你想要去那个，就是在汪洋大海里面的其中一个小岛，这样？是无人岛吗？然后开始养动物，然后造房子，有没有？开始找狸猫，对，开始找狸猫，还在居民就会住进去，有那个对月居民。然后我还可以坐那种飞机去另外一个无人岛。然后别人坐飞机来的时候，你还不能乱动。对，我还要问他，阿姨来了没啊？阿姨是进来了没啊？你听到广播的时候还不能做任何事情。对，我以为是，就是假如岛民都不信教的话，就要就用网子打他，就帮他们改口头禅。哎，嗨，你是新的村民吗？你要不要来我的教？不要，那你可以滚。不要，就照三摊打三，照三摊打。不要网子就拿出来啊！你还确定你不要？你还要边打边喊，哎呀不要信，哎呀不要信，再给你一次机会，要不要信教？哦，要有经验呢，哪有？你看你都是这样对待岛民的，你好。哪有？我只是这样打青蛙而已啊。然后就岛民是青蛙，打青蛙。对啊，哎、欸，不是啊，那只青蛙真的长得好。你说小杰吗？哎、欸，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好青的那个吗？小杰啊、喔，小我觉得小杰很好看诶、欸。不是不是，我在我挖的鼻骨，它冒出一只苦力怕。哦哦哦！哪来的苦力怕？谁冒出来的？感石头蹦出来的，怕爆的。哦，吓到我以为什么东西来了？什么东西来了？车船啊！再往前面一点是废矿。哦，对啊，那个废矿我直接穿过啦。哦，你可以去看。哎、欸，我也要去看，我要 KP Jack。我跟你讲，我没有火把哦，这时候手上这根哦。那你拿在手上啊？他拿在手上了、啊，他拿在手上。哎、欸、哎、欸、哦，我传错人的啦！干错人！我真的啊，操！给你火把啦！好啊，嗨！等一下，清理一下掉落。呀、yeah. ，嗯，开始有点微卡了。哪个天才把我地毯乱拆啊？我都有丢那个。用珍珠的地毯。好、哦，哎、欸，你用啊，因为我要上去施工用的啦。已经距离太久不可考了。哎、欸，是谁把中介的青金石偷走啊？谁这么无聊？是有人捐助的吗？我之前有拿去放哎、欸。对啊，我记得有哎、欸，是谁把？对，我之前拿很多放在那边。酱油。天啊！酱油，你是最有可能的。我啊？为什么是我？没有，你是最有可能的啊。然后哎、欸，我加一堆新金石哎、欸。啊，你所以你就带走了是不是？加一堆。谁在那边附魔？说我现在在清清水，对啊，就是你拿的，你拿那么多、啊，我自己的啦，已不可考，不能这样子冤枉好人啊！没有啊，我们这是排除法，我们通常来这边只是修装而已。哎、欸，我才不会进去那里修装，好吧？我都跑到雨月家修装。你拿南瓜铁砧上次用一次就坏掉了。完了，你现在要还青石，要还铁砧了。我只修过一次，因为我全部都有修补。
哦，哎，不是我，最好我神秘，我是无辜的，你们不能冤枉好人啊，包大人，包大人，师傅好开心啊，谁在家里？我在家里，音乐吧，啊，连路遥，看到。看到徒弟这样这么慌张，自己觉得很有趣，很愉悦。师傅太过分了，你要帮要帮你的徒弟伪造文书一下，他也需要，需要加油。哎，不是我啦，不是啊，你清净石多就带过来嘛。那我等下拿嘛，我等下拿。现在我很缺，快点。可是，不然你又不能用了哦。老板说话了。你去我家的好不好？我在那个矿洞里面跟那个毒蜘蛛跟泱泱加分。你可以 TP 团团，你想骗我？啊、哎呦，哎呦，我还是觉得是酱油的可能性比较大、欸。我啦，我不会在那里附魔，好不好？而且我附魔的那一次你也在啊，然后我就再也没去附魔。没有，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广大的观众侦探们，每个人都团购，就最后就发现是一个最不可能的人，有没有？哇、嗯啊，有！你知道我现在只假想有没有？他把那个推给我。哦，波波，波波，你怎么这样啊？我的天哪！他把这个推给我，他就可以那个什么跟着讨伐吧，他就是无辜的。你还安呢？波波吼，我知道他很蓝很漂亮，但是你也不可以这样子啊，对不对？波波，你害我被大家误会了啦！波波问号。笑死！波波表示干我，我的锅，都我，就我。对对，你的锅，你的锅，骂我这样子吗？来，对对对，都是我。有啊有啊，他自己本人都说这被这样子讲，他很爽，可以了。可以继续讲，很开心。他就是个抖 N 了，开心就好。哎，你好，一点喝，一点喝，哎呦，哎，他叫你们多骂一点呢。多骂一点，嗯，不要啊，我不要啊，不要不骂啦，怎么样？给钱呐，最大的折磨啊，给钱呐，喜欢，就很喜欢我，那我就不骂啦，不可能骂给你听啊，对呀，怎么能如你所愿呢？哎呦，天哪，好久没有挖到钻石了。好久没有挖到钻石了，师傅快使用祝福效果，好吧？你怎么了？精怪出现了！精怪，他死了！他死了！死了！你们的伤害太高了吧？你怎么掉到世界外了？没有了，我刚才在叫星火去冲界跳下去。哦，为什么？灯奖励减一了，减一了呢？那是牛吗？对哦，哇哇，减一了呢？对哦。减一，减一，减一，哦，赞你哦！太看我，太看我！然后今天我都不敢去做一些危险的事情。啊，你们不是去挖矿？要挖矿？突然变得很贵，安全吗？对啊，完全啊，不是最安全的，安全，安全，大家在打妞 ，DP 要说，他，我卡好他了，打屁股，哎。他不是不 TP 回来的，在干什么？好了，我哎、欸，我顺便给你清清死吧。我早就回来了，你是想干嘛？好吗？我顺便给你清清死吧。我去拿清清死。不要五个，酱油算吗？那个石头我的，石头我的。哦，石头谁在谁呢？你是？我没有吸到，不在我这。这是我的证明。石头，酱油啦，有酱油，酱油拿了吗？酱油，你看一下有没有石头嘛？因为我刚站在远啊，对嘛？我的，我的石头，哎，我要回去拿真金石啦！啊，你先石头给人家，我已经走到我家了呢。那我只好追杀去他家了，杀了他，杀了他。所以他们几个谁在家里啊？除了你以外吧。哦，真是假的？我这么的 Ben， 没有，我也不在。没有了，我也。哎，奖励的。哎，是哦。奖励的。我啦。哎，我想说，
想说怎么是他他竟然拿那个洗能石、所以防爆卷是看谁吸到就谁的、啊。没有讲好也不知道哎、就先不要，防爆卷先这样定啊。哦，要许我这烟妹量有够可怕的、啊，我要再去买一张彩券，赚到钱。我三张买完。我剩一张，三张已经买完了。哎、欸，可以讲还有十七分钟。嗯，我有赶上，我有赶上。哎、我来楼上干嘛？中介。哇塞！哦，对啊，对啊，对。安科、欸。哇哦！我的千金石是我自己中介箱自己用的。我是每次去都会自己带一些过去。我最近去都只有吸经验修补而已，对吧？我已经很久没有去了，我已经很久没有来了。不是，我是从上一次洗完之后，我好像就没。我是为了要丝绸之处啦。哦，三一，对啊，所以酱油你要付一把丝绸之处，没有没有稿子啊，跟、做个稿子去洗、我也需要丝绸，我也觉得我需要一把丝绸啊，所以呀、啊，不，我差点，所以我才会在这边啊。哎呦，你先。我先。哎、欸，我要蹲着走路。我会超车，你走快一点。你不要蹲，你不要蹲。你不要蹲。可是我要蹲。酱油，你挤到人家了。酱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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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屁股很大哎、欸。酱油，姐。等一下，哇，哭了。你知道现在就是这样。就是路过以后，天这么慢要死哦，然后自己雷惨的那种。没有，你真的是你真的是挤到他。哎呦！你等下个礼拜一的轻松生存影片，我帮你剪出来。不是我啦，那不是我杀的。真的是你啦！就不是我干的，因为我刚讲说蹲着走的时候，你好像蹲下了，然后就下去。我啥也没干。哦，这个中介向我提供的啊、哦。好，刚回去一趟就是为了做这个。好，我有丝绸之处啦！哎呦，掉！开心！你是不是切窗？没有，哎呦，还有被打到了。你们那边蛮精彩的耶，我这边现在四个人啊。咦、我有急退伍哦，小心哦，好可怕哦，在中介要小心我，好、哦，觉得怕，随时有可能被打下去。对，唉，要信你。噔噔噔，白天了、啊。哎、欸，真的耶！我们每周的例行公司都快要变成是酱油解释大会。哎、欸，不要打！哦、oh, ，sorry， 我是不是抓到凶手了？哎、欸，不是放这里，不是吗？上面，对，上面放地毯吗？放上面放地毯。可是我没有点到地毯，哦，晒我身上。你嫁祸给我，好厉害哦！嫁祸之术，好会啊！你好会哦！我没有嫁祸，好，我弄的，我做的，我承认这样，就是我，就我的，哈哈，是我，就是我，还向某人一直解释，哦，你跟我讲。想要加速跑，然后自己歪下去。啊，那你走，因为你走前面呐、啊。那哎，不能乱超车啊！不是单行道，你时速在那骑一二十啊。低于限速。然后我蹲着走都比你快，你知道吗？你们这个会不会照相哦？你们没有，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个人体脚踏车 VS 法拉利的概念。所以呢，这已经告诉我们，轻松生存现在已经进入到 M 型社会了。对。我觉得可以最底端那个。你可怜我这个低收入户的人吧。你怎么又来这里是吗？哎、欸，你把你的传家宝卖掉就可以了、啊。我没有传家宝啊，我没有传家宝。有啊，你的幸运六啊。哦，幸运六哦。
我跟你讲，如果等一下我中乐透哈，我就来去冲加七幸运了。哎呦，然后就变成加三幸运了。没有啊，没有，然后就爆掉了。有吗？我有一张广告权，然后就没有广告权。可以，可以，可以。可是前提是我要中得了，我是觉得应该中不了啦。可以啦，没有偏财运。可是要先立好 flag 啊。那我等一下，如果是我抽中，我就丢两组出来做公益。哎呦，哎呦，可怜可怜我吧。公益是只丢了下一次的抽奖里面。哦。留到下次再开。Okay. 哎那个阿呆说他要加码两组啦。哦，那只要请他主人出喽。对啊，阿呆先，阿呆先在说我要报警了。为什么？他报警谁？因为我们在赌博。哦，彩券这个只是一个好玩的，并不是赌博、啊。这不是赌博。对啊。你这样讲，全台都在赌博了、欸，哎。对啊。阿呆不能容忍，因为他们没他们那种没有赌博啊。哦，OK， 因为我 TP 你哦。好，来。哎，彤彤，你在外面吗？我在家。那我跟你借个稿。繁星雨是要付丝绸之处啊、哦。我付了，我付了。你在哪一个地方？我要。不要吗？好啊。我可以付完，要不要？好啊。我在自己也缺。我在他家旁边。我付到啦。哦，要帮忙付。给你。对啊，我想说帮忙付一下。哦，好了，那么好。你是我企图。没有。你是等下中钱，你是等下中钱想要跟他拉拢。我可以，我可以一二。你是不是想五分？五颗，给你。你们怎么可以？那你这家先玩完。好，我先玩。那、啊、你又很无辜是不是？哦，对啊，我真是什么也没干。通常那种罪犯啊，都会说自己什么都没干。对啊。请问有人在家吗？对呀、啊。对啊。有人在家吗？哎、欸，不鸟我，蛮多人都在家的啦。大家都在家，你猜一个哪一个？看看哪一个在家。啊，那我猜，那我要，我觉得泱泱又不在家。泱泱在家。小雨好了，我上去给小雨。我在啊。哎、欸，应该是我才刚回家而已。嗯，我们你猜对了呢，给30颗钻石做奖励哦。你差点就跑去第几的洞去了呢？我最棒！恭喜你猜对。这什么现场？我最棒，棒。对。我回家要干嘛？我完蛋了，我要干嘛？给我们钱啊！你忘记了？你要发钱给大家？要给我们钱啊！给我们钱！我想到了，我要买修补啦。哦，那你要找音乐。修补已经很久没补货了。我跟你讲啊，你自己拿绿宝石去买啦。绿宝石哦，绿宝石超多的。我再买，我去看一下。对啊。很多东西可以换绿宝石，你知道吗？纸也可以换，你知道吗？对啊，你可以买那个，哎、去收一下甘蔗就。对啊，我来了。甘蔗应该不用收啦，有那个自动那里面应该一大堆。哇、啊，他就要换了，换成纸。你要收钱了？啊，我要收钱。你要分成哦。哎，不错哦，这设施开始收钱。就是那个呀，在哪里啊？那个甘蔗。你猜啊？你猜啊？这么大一台你看不到，那我也没办法咯。他那么大一个，他离你家也很近，你知道吗？变成甘蔗守护者咯。甘蔗守护者，你有摸这个箱子，我就打你一下。一秒计费哦。一秒计费。哇，黑客了。怎么有点慢半拍啊？你太慢了吧？反应有点低了吗？还在 loading。一秒计费想一下啊！我在想，还要先想去啊？请问下人要去哪里？我在那个啊，找那个啊，甘蔗啊。啊，甘蔗从你家出来，左转就到了。啊，你怎么直接往前走？那你们家旁边一个大工厂就是甘蔗机吗？真的，我看到了。
啊，你怎么大一台车？啊，原来在这里啊！我的妈呀！我要怎么进去啊？不要！你要去哪里呀、啊？你下箱子。他已经留在农耕时代啦，要自收。西西土。这个冷静，这个冷静。还要自己收啦，还要自己收啦。不要打我啦！我要去小巴。小巴是什么？哦，我差点摔到鸡群里面。哦，鸡群吗？是鸡肉那个鸡吗？哦，我的天啊！你知道跟谁啦？这里啦，这里啦。他还在找，他还在找，还没找到。完了完了。我觉得我们下次要做一个表，就是导游一次就是一次直播可以让几个人崩溃，迷路几次。我要先做一本书。不用做啦。不用吗？外面就有了啦。哦，原来你们在这里啊！我刚刚以为这世界上都没有人了，我都没看到人。没看到人。就没有人。这里，这里，这里。反正我在这，吸吸吐，吸吐吸吸吐吸吐，冷静冷静冷静，我飞好远，我当箱子守护神了，我跟你讲，人家守护神远离这个箱子，真的，不同的守护神越来越多了，怪怪神，守护神一直在增值，嗯，吐吐吐吐吐。欸，小雨，小雨回收啊，那马不能回收，啊、可恶，不行。怎么了？有绿色吗？我们的骷髅马已经都各有绿烟了。哦，还有，还是等还是等雷雨之后再来收割它。对啊，带新的回来再来收割就。嗯，可以啊。下雷雨，看会不会下。就如果就算有，就算是一般的雨，应该用隐约的换雷就可以招了吧？没有要雷雨，要雷雨，要雷雨啊！哦，是啊、哦，他要打雷才能。那你没记得啊？啊，我在乱走啊！换雷要也要雷雨才能用啊！是哦，对啊，我以为湿哒哒就可以用。哒哒，我是哒哒。你说水桶放地上吗？不是要很大范围的事。哦，慢慢吃，慢慢吃。哎、欸，对啊，你慢慢吃啊！哎、欸，怎么今天吃都又换你啊？等一下啊！对啊，我要去拿东西吃。哎、欸、哎。欸我在吃晚餐哦，那我也要加热薯条了。哎呦，你怎么加热薯条、啊？哦，你是说前几天、哦、昨天的麦当当？麦当劳加热薯条，哦、加六薯条，加六薯条，加量薯条，加量，加六什么？薯条加大。四分钟哎、欸，哎呦，四分钟后就要开讲了哦。哎呦，耶耶。这边应该就可以挖了，来这边挖好了。好六八好高、哦，我把丝绸之处付急退伍。啊，我只是要随便乱找哎、欸。为什么你要急退伍啊？因为打人不痛啊。哦。因为那把钻石剑打人有点痛，你就可以拿来陷害别人、欸。对，而且又不会有横扫之人，就只能就嗯，感觉还不错呢。会毒酱油。不用，单一目标。我要把这叫一开关。开关，啊，那是什么？开罐器啊，不是一开关。开罐器，一开关是那个喝的汽水。喝的，对。哦、yeah. 哦， 我以为是你们说一罐是指那个洛克人那个一罐。不是的。啊、oh. 那个我没有， oh, 我没有那一段童年。那你该去玩一下了。我好像也没有。我觉得我玩不起来。我手我有档案，我有档案。哎呦，其实现在很多老游戏，其实真的要找什么正版的什么的，早期的就有啊，对啊，因为以前没有正版的，因为那个都是掌机啊。对啊，找不到、啊。哎、欸，洛克人找得到、啊，洛克人 Steam 上面有吗？有啦，对啊，洛克人有，洛克人有，嗯，好像有。哎、欸，小雨加给你月加是相连的吗？有啊，可以啊，可以做。云月不是连在一起啊？只要有心，云月想连哪就连哪、啊。他现在全部连在一起了吧？他在四通八达，对吧、啊？他加就是哎、欸，那个小雨，
我找不到影月家，所以我借一下你家的铁砖。你为什么找不到影月家？铁砖啊！你怎么到处借？你没有铁吗？你没有铁吗？耶！你很穷吗？你很穷吗？超烦！哎，我是不轻松入户哎，因为我也没有钱。你说，你把你的借符盒拿出来，让我看看。哎、欸，他低收入户，你可以给他钱呐、啊，可怜他、啊。哎、欸，不是啊，我师傅低收入户，我也是啊，我是追着我师傅的，你懂我意思吗？哎、欸，可是没，我觉得没道理。所以你们这是乞讨的那个教会吗？弟，丐帮。我低收入户是真的，家里的箱子没有几个多少钻石啊。这个徒弟的吗？有待考察。徒弟也没什么钱啊。借符拿出来看一下。借符拿出来看啊，来啊来啊，现在。啊，该看了该看了。完了，我不敢打开了。私房钱。是有钱吗？交出来啊！你跟我说很穷。只有两组。哎、欸，你是两组，你搞不好是全伺服器最有钱的，你知道吗？有谁在家？你知道伺服器富豪榜你是第一名的吗？我不在家，我也不在。我正在往回家。可以 TP 我？你会在家？我已经等开奖了。对，等等等，哎呦，我要先上去等开奖，我要上去等。我要上去，啊不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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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其实在家等就好了。没有，这样才有现场的感觉，可是我想在上面看看这样比较嗨。现场卡了一下，还可以看到是谁有没有？哎、欸，他开箱了，他开箱了，他开箱了。谁开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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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我！哎、欸，掏钱呐、啊，掏钱呐、啊，能掏东西啊！我的戒符盒还我哦。哦，哎，真的在我身上。好多组哦，一二三四，大家买吗？买好买满啊，买好买满，好多、哦，要开奖喽！酱油，你好有钱哦！哎、欸，九点了，九点了，哎呦哎呦哎呦，开奖喽！为什么？他怎么开？他怎么开？他怎么开？十秒后，哎呦，这是包中吗？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今天水瓶座是不是真的没偏财运啊？我把彩票拿在手上，我把彩票拿在手上，三十三啊！哦，杨，是我，杨洋哎！真的，喂杨洋，你知道吗？你中彩券今天不要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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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听他讲话。今天宵夜你要请，不要听这脏东西讲话。那这怎么办啊？放回去哦。你就放在箱子里面，那个放箱子里面。哦，彩票要回收哦，不能是暗藏哦。哦，彩票啊。哦、好，那我就可以拿走了，是不是？对，你就可以拿走了。哇，好爽、哦！我家要在那边有钱，好可恶，好有钱，天哪，好爽啊！冲装，冲装，冲装啦！冲装，冲装，我要看你冲。啊，我还没有冲过装哎。你们的天哪，冲下去你会体验到那种快感，真的也不然。不然你用抽，你抽东西嘛？有了，等我先把晚餐吃完。回收好，我还在吃。我觉得准备晚餐是不是运气比较好？哎呀，所以以后冲的时候都，这抽的时候都要吃晚餐。锁链吗？我看一下锁链怎么做。你放上去之后可以。哎、欸，那这样子下一期就重新开始，那钱是多少啊？好好，钱应该会先会加个三组进去哦。哦，是从三组开始，哦、对啊，三组起跳啦。了解。啊啊，好爽哦！啊，你们不要去啊！然后头怎么会在里面、啊？金块，金块。那头进里，赶场喽，赶场喽！你们的头拿走，头拿走，酱、啊、油的嘞。哎、欸，我的头嘞？你的头在这箱子里啊，哦、把它拿走，把它拿走。啊，接广告。啊，音乐提醒了我。哎、欸，广告时间。哎、欸，这里，在树上，一只弓箭手。在哪里？我来了。甘蔗塔上面。好，甘蔗塔上面，我来了。好，我们来看看。我要下去拿新一次。你好好吃饭吧，看下度下一次的。大家在等你，等你抽哎、欸，等你冲哎、欸。等我冲啊！哦，叶妹，你是在咬？好了，八万吗？
下一次就可以来，可以来买喽。好，我要买了，我就直接三十个不啰嗦，不要连我都砍。嗯嗯，啊，你下去。好，痛。先去看一下我库存剩多少，我好像没钱了。你刚刚没在赚钱吗？没有。哦，再看我，再看我，这么明显的你还，你这样子我有点难过。你看那么远的就走，我也不是故意的啊。哎呦，哎呦，攻击力很高，注意一点哦。攻击力很高的，打准一点哦。攻击很高的，我好痛，我好痛。耶，买完了，嘿嘿。哎呦，混乱，好混乱。啊，对，好了，没了，不敢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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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停了，停了，停了。谁捡到？我捡到，在我这。啊，谁尾的？谁杀的？谁杀的？仲友在打吗？他来尾的，他来尾，他是捡一刀吧？他刚才到哎。你知道我说他最强啊？我一定要气不过啦。刚刚 KB 过来看到是还有三分之一的血，然后我就沉在水里跟着打，因为不会溺死。我觉得不公平，申诉，我发起，我要发起 PK。哎，等一下，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既然现在那么多纠纷，我是不是该盖一个法院啊？我们要逆转裁判的吗？要开庭了吗？你们以后有纠纷，你们有纠纷自己去法院谈哈。不用，你盖个立法院就好了。来逆转裁判了呀！那我拍桌子超爽。你开立法院就好了。打架了，打架啦！哎、欸，不然也可以砸水球哎、欸。哎、欸，这个叶片、有一个绿烟，有一个绿烟，哪个绿烟？我来了，哪个绿烟？哦，我看到了，有看到了，这些血好可怕！他起飞了，他起飞了！干他，干他！哎，又升了，又升了！是他，是他，是他，他下来，是他，是他，是他。谁捡到谁的？谁捡到谁的？他在屋顶上，哎，屋顶上了，下来，哪里啊？下来啊！哎，你们的烤鸡场都是生鸡肉哎？为什么？啥情况啊？这个，因为之前那边太多绿色的了。下来，下来，爆炸！啊！掉下去！我的！掉下去！打架！打架！打架！我射死的！可恶！我射死的！雨月，你有纠纷吗？打架，打架，打架，没问题，法院下周就盖好了。快了吧？又一次，又一次，又一次。不打了，不打了，都被别人接走，不打，不打，不打。你用到绿色？打死他啦！打死他！太残忍了，我不要用色的了。哎，小雨有纠纷吗？要把我的石头捡走了！哈基，怎样？哈基，哈基，好多纠纷哦，这怎么回事？真的，你家屋顶有绿色蜘蛛哎！哇，打他！哇，完了，要聚众，要聚众！哎呦，冲过头了！谢谢，有纠纷吗？啊，我弄不了！哎呦喂啊，要死！哎呦，我要去买彩券了。买完了，哦、对我还没去买菜，对我还买，回家拿钱。你家怎么盖那么久啊？为什么哈基你家盖那么久还没盖好？啊，没材料啊，石英不够啊。哦，钱不去就是没有钱。那进，没有。我家还有一些石英耶，你要来？那是连号吗？他那个对。啊，我就是选那三个啊！好，好，我要传冠格，我传了。下周再来开始盖哈，下周再来开始盖。这次我要先想一下，你想要怎么盖吗？我想一下要怎么盖，对，思考，哎、欸，思考。那这样是不是还要再盖个医院啊？盖医院，在法院上打起来的话，可以顺便请医院治疗。那我觉得要盖墓园呐。我直接埋起来吗？我是觉得墓园不错啦，好像可以哦。那墓园，然后每一次就可以记录说你是死了几次这样子。对啊，虽然说右边就有了啦。今天死了几次？
没有、啊哦，对，再重置那个墓园这样子就好了、啊。哦，你就是说，哦，就这一周你死了多少，然后就是刚好可以看说下一周你的钱就扣多少这样。对。哦，可以。啊，然后法官先在墓园哈。法官啊，法院啦、啊，法官什么都可以。法官先干墓园。哎、欸，又被抢走了，可恶！你怎么了、啊？嗯，我想选的号码都被先抢走。有纠纷吗？有纠纷。哎、欸，他钱忘记放了。请问我是听到纠纷的声音了吗？放起来。有纠纷的地方就有我。你说纠吗？纠的纠。哎，难怪你真的要学伪造文书。还是相纠。哎、原来是这样。什么？相纠哥哥。你敢质疑我？哎呦哎呦哎呦，师父的威严！好，换了讲，有纠纷吗？哎呦，你的生意被抢走了、啊，纠纷生意就是要盖擂台，有没有？啊，让啊打架。没有了，纠纷打架，打起来。我觉得反正你不是应该盖法院，你要盖那个宝可梦对战台。对战台，直接去开打了，不快。没有，我跟你讲，我到时候会开那个调解席，然后呢跟调解不成席。调解不成席是吧？调解不成席就旁边打架、啊。红色那一台是不是？丫丫，丫丫买工具了。你们看一下，很精彩，真的很精彩。我要看，真的很精彩。你们看第一个那个锄头的那个附魔啦，哇，第一个锄头那个是怎么回事？好棒哦！错啊，我才这样子而已，继续抽啊，继续抽啊，继续抽啊，怎么不继续了？继续买啊！开始怂恿我了，我开始害怕了。去买，太多了啦。不会啊，你留在那边也没有什么用啊，抽掉啊。你那些都是我们的钱呢。对啊，你知道有钱就是要抽，因为你未来不一定有机会。对啊，是这样吗？你就已经有中这一期乐透的这个运气，你当然是要持续下去啊！趁着运气赶快冲啊！对，没有，我听过这句。趁胜追击，没有，那你们听过赢要冲，输要冲，所以就是冲吧你。反正不管怎样就是冲。对啊，可信，继续冲。不死可信很好哎。可是不死可信只是打特定的东西啊！现在你是要打人是不是？你想打架咯，看来又想打架咯。打蜘蛛，那就是截肢，就附截肢克星，就用截肢克星啊！懂得变通，不要那么死板。要 LKK，LKK 是什么 ？LKK 是虾吗？哎，等一下，你都把装备全部丢进去，你不先鉴定哦？嗯。他可能觉得他不需要我没有，我这是疑问句。为什么会有我的头啊？也不是你的头了。你刚打的啊？你刚不剪尾刀？看一下。啊，这样那东西嘞？这头啊！刚有争议，我们在等那个法院盖完呢、啊。啊，那没下周。那等墓园下周再说。下周就会出来了。哎，我好歹有打到三分之一啊。刚抽完了吗？我你说剩下三分之一都你打是不是？抽！哎呦哎呦哎呦！看！哇哦！哎呦！哇哦！是水饺哎。对啊。哎，下回。你的东西啊。嗯，哎，怎么换锻造台的那个？锻造台，你要靠近一点，然后放东西放上去。点东西右键呢？哦，对，全部负极退就对了。啊，我才不要负极退，我搞这负极退干嘛？敲人啊，打人啊！锻造台，我看一下。你想一下，你在挖矿的时候，突然苦力趴在你后面的时候，你就拿镐子敲他，有没有合理？对，他就飞走了。把他打超远台是怎么？对啊，阿刚不是有讲？你要贴近一点，你要贴近一点，然后左下角可以选你要附的属性，东西放上去。那其实你这把稿子感觉对你来说还不错哎。哦，可以选择就是。没有惨剧，当副手。哇哦！哇！比我这把好太多了吧？材料是什么？起来！呜！装起来放！那材料是什么？那个花牌吗？下面不是有那个告示牌？哪里？哎呦喂，锻造花费，对，这一个，哦，好贵，后面会越来越贵，我感受到了它的贵，不会很便宜，哎呦喂，你要花多少？你要收多少？
你要收，不然一个词最十最好。哇，爆掉了！我去拿给你。没事，我幸运山还有。哦，幸运山很多啊，有那个。再冲了啦！再冲了啦！竟然还有就冲了。对啊。你有没有听过“赢要冲，输要冲”这句话？对啊，赢要冲。哎，我跟你讲，杨洋，我前面也是冲爆了一个幸运五，结果你看我现在拿幸运六。然后就拿到幸运六了，对啊，对啊，他不是不到，他只是还没到。哎、你在对啊，給你现在不冲他就没办法来。对你没有听过一样冲四要冲，那你们听过挖矿理论？他远在你停下来的前一步挖开就好了。对，没错。哎、欸，那个你们没有考虑去当推销员啊？可以吗？好，可以啊，反正我用不太到。哎呀，叠一下。哎、欸，那个鉴定完成的。的那个道具也是可以叠的，对不对？还是不行？你说下面的属性还是上面的附魔？附魔，附魔，附魔可以，属性不行。哦、嗯，我、okay. 有买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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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起来。我去主手加速啊！看杰克买，哎、欸，杰克拿好快啊！啊，看这个就好了啊！你管他抽到什么？哇哦！回家，你手都娃。哇哦！名字很烂，那么哇哦！没有啊，他哇有两种意思啊，一种是好神哦，一种是哇好烂，哇哦垃圾耶！哇哦垃圾，哇哦垃圾，哇哦！哎，泱泱，哎，那你装备鉴定完了吗？啊，我在叠那个附魔。哎、欸，你不先鉴定哦？没有，我想先。你应该是你要先鉴定会比较好。鉴定完，鉴定完，我是叠之前的啦。哦哦，你把没有爆掉啦？我放宝宝，我有放宝宝卷。原来如此，来啦，小雨，宝宝卷都贡献就回来了。小雨再来，嗯，我没有啦，没了，很贵。今天没有赚到钱。不是、啊、我刚挖的都用完了。哦所以31有人赌、啊，所以我要中奖了。嗯？就今天的31有人抽到了。对、嗯，我说全台、啊、对耶，有吗？有人抽到了？应该没那么快知道吧？应该没那么快吧？开奖了吗？不知道哎、欸，不是应该10点多才开奖？哦，这么晚吗？哦，对好，晚上要让上班族去买一买嘛。对啊，对对我记得应该很晚。那我先去买咯。我还没买哦。你十点开完台还可以去买啦，还有一个小时啦。如果照他这样讲的话。哦，哦等一下有到八点而已。他说有说开奖了，开完了。对啊。那有人中吗？就在等吧。中的话，有人中要等晚点才知道吧。对啊。我没有中，我记得一开完就会知道啦，就是会机会、哦，他们那边会有，他们有记录啊。嗯。波波说他只中一码。哇哇，你中哪一码？我现在赶快把那个彩券换掉。把那号码去掉。哦，八点半开的。哦。没有人中哦。哇，有累积累积的人，没有更高嘞、欸。不好讲哎、欸，因为上次真的是点很后面才跳出来。嗯，就是可能那个人没有注意到，然后后来发现，哎、欸，中了也这样。对，阿舅还发现他人出国。对啊。哎呀，可是至少你抽到什么彩券行自己会写。我只是想问你有没有，就是一些钻石是鉴定的，钻石鉴定的。对啊，在我的箱子啊，你过来看。来看，你来挑，给你挑。丢丢丢！我等一下去看泱泱家的，嗯，是看有没有主手武器啦。哦，可以啊。啊，可是要鉴定啊，这里啦。哦，我要翻上面的。第三个，对对，上面那个。下面倒数第二排的是我还在挑，啊，最下面是垃圾。呵呵。垃圾。垃圾，好像还好。我觉得我们那个乐透啊，买那个就轻松生存的乐透、嗯，我们要在旁边一小区加一个，就是中奖者的那个个资数，个资吧。然后就是像丫丫现在就是啊，哇、啊，就看谁是最幸运、哦。没有啦，这个东西是
是突发的事件，下礼拜可能就不见了。哦，啊，看看啊，那我十点没人中怎么办？啊，就成功吗？成功了，啊，现在还可以再去退票吗？我现在先退票好了。每个人都退，我以为以后都会常住，哎，吓死了。不，你们觉得要常住也是 OK 啦。我觉得常住不错啊。就常住，每次比如棺材前开一次这样。就十点开一次，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延到下一次的轻松分享。对啊，到下一次再领。这一次我是觉得就两次，以后就一次就好了，这样。对，好啊，好啊，可以。好了。原来不是常住的，原本我一直原本不是的，嘿嘿，现在是。哎，你看这都写那么辛苦了，对不对？留着。我要抢样格。我还好了，其实我是七点半开始学习，到八点差不多。哎呦，你不要让我讲说我就是想赌嘛，哦，我超辛苦，写超辛苦，真的哦，留下来好了。哎呀，但是没有人逼你哦，没有人逼你哦。有，刚是有人在拍肚子。谁啊？是拍肚子吗？就听到嘣嘣嘣的声音，是有嘣嘣嘣，但是我不知道是拍肚子。听起来很像在拍肚子，是我家狗吧？你不是你家的狗吗？那你家的狗也拍太大声了吧？哇，你家狗是坐起来拍肚子哦，坐起来拍肚子，坐起来。哎，我家狗超喜欢人家摸它肚子，它只要每次我过去，它都会躺下来，然后把脚抬高叫我摸它肚子。正常啊，摸它，狗追，确定它是要你摸哦，没事。啊、哦！你是在想什么？他觉得他脚很痒，他脚很痒，需要人家帮他抓抓脚。哦，他脚痒啊。对啊，脚痒有时候需要抓抓脚啊，脖子啊，不一定肚子的。好的。想摸摸头也不错啊。还是你是说中间脚？哎，我是说脚的中间膝盖的部分，膝盖的部分。哦，膝盖，膝盖啦，尾巴啦，摸尾巴啦，摸尾巴，摸尾巴。然后摸一摸，它会越摇越快嘛，对不对？嗯。然后还有东西喷出来，跳蚤之类的。然后开，对，嘿。还有要求？干嘛？完了啦！我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在洋洋家。没有，我说。你还在掉是不是？你还掉虚空了？你知道没有？你断线了？断怎么？应该是往下坠吧 ？TV 过来，画面整个黑的。对啊，那就是往下坠啊。就因为我看我的 Y 轴没有变。哎呦，是卡住。你 F 三加一还是那边的磁场跟你不？我就不太好。你在想办法传另外一个我家的磁场嘛？完了，快跑！哦，金酸了哦，快跑啊！哎，回溯，哎，回溯了一下。你这个钻石裤子很可怜呢。对啊。加速都加零哎，还两条。对啊，超可怜的。对啊，我跟你买一个钻石。钻石。你要拿去刷，刷石，还是你要把钻石丢给你，你就亲自鉴定过之后，再丢钻石给我们。还是你就卖那个未鉴定啊？你当当铺老板好了。当铺，哎，那就开一间当铺咯。哎呦，你需求越来越多，真的会变成镇了。真的要变成镇了。那以后还要卖什么？还要什么珠宝商啊？那种衣服店之类的。你好像进不来了，是不是？对啊。杰克，你是不是网路拱砸啦？对，拱了。完了，洋洋家。还是你再进来一次啊？看其他人先把你传去其他地方。哦 ，TP 是不是啊？对啊，把他踢去其他地方可能。我跟你的屁股都是鸟哎。洋洋家有灵异的磁场哦哦，进不去了。我把你拉出来了，有吗？我不知道。完了啊！完了，是不是突然爆屏了？杰克突然爆炸了，我被灵异打开了。啊，钻石呢？哇，杰克崩砸！哇，尴尬！哇！尬楼啊！你开的奖如果没有领收的话，是会累积到下一次哦。中奖者没有到场，对啊，中奖者没有领钱，没有来领的话，
对啊，就跟那个抽奖，然后我们会喊号啊，喊一喊，如果没来，喊三次我们就留标。我在，没有没有跳号的哦。有人要到啊，有人要到啊。跳号是不能再补的，我们要看到那个票的那个，我们这個票不认人。不会喊太快了，就十号十号十号哦，杰克不在了。每次聊天是都这样不是吗？他不在，他不要这种，他不要，他没有要。他是大家嘛，他说要捐出来，他从捐出来加嘛，捐出来，捐出来，有人善良了吧？是有几人在挖矿吗？掉落物是不是比较多？对，掉落物可以清一下。哇，我现在我开火种看起来也是很厉害，我都有把它烧掉哦。行了，好，782个，哎呦，可以。我努力清地板，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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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玩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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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玩要怎么上字幕啊 ？MUA 乌啊乌啊乌啊！哎 ，MUA 哎，好好，对啊，聪明哦，你好聪明哦，你是不是常上？他本来就是 MUA， 你是不是常常在影片玩玩？拜托，我的影片上面怎么可能会有 MUA 啊？怎么可能呢？哎，难听，难听，感谢超级留言，哇哇哇哇哇哇！搞不好你后面的声音啊，超级留言，搞不好是你后面的声音讲的，感谢超级留言，哇，哇，我的突然声音太恐怖，哇，哇，对啊，有点可怕哦。人家你那个图要放你自己比爱心哦。没有，我以为你说要放那个嘴唇嘟起来，哇！你要先比爱心，没有，我要放那个阿多金吉雷的那个哦，哇哇哇哇！嘴唇要放最大的，他们还有那个皱纹这样子，我的天哪！然后还有那个，因为那个都待在冷气房，所以那个嘴唇就是干裂，皱皱的、干干的。啊，这个我要重新调一下，我刚刚重新飞一下。嗯，再也没人愿意抖内了，太可怕了，那上面。嗯，哇，怎么在三百更远的地方？300，他要摔死了是不是？300在上面啊，他应该是在91432的附近呢、啊。啊，歪走可能没侦测到。哦，91432，我来去看看。那么远的呢？这么远的呢？还是在地狱啊？靠腰，哎呦，他在地狱了。啊，在我这啦！啊！哇！等一下，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对啊，基岩上哎、欸，来，我们来破基岩。怎么还在我这儿？都是一样，300，都在你那、欸。哎、欸，你回到鼠世界了哦。18，有了。18也是在你那吧？应该是在地狱吧？对啊，地狱岩上面呢、啊。我他，我接、欸，嗯，他也太喜欢了吧？然后杰克，你是不是还是进不来啊？嗯，好像是。欸、然后跟大家说一个好康的啊，团团啊，你的矿洞那边啊，嗯，卡了一只蜘蛛，冒着绿烟。我的矿洞，你是说？你怎么肯定我知道的？因为他刚在那里吧？离开没有？我刚刚是就是画面有点乱套，七七七七，等下看他还在不在。我是觉得有人会打掉了。七七七，他们现在都在努力的找精英怪。嗯，然后你要现在射哦，我想说等他冒绿烟，我再去射掉。等一下，我先去。因为他们好吵哦。你可以把敌对生物关掉啊。啊，对，把这些关掉。嗯，七七七，幸运数字哎。我以前曾经也觉得七号是我的幸运数字，但是后来我觉得根本就没有。我后来发现应该是五号。啊？为什么？你的？因为我那时候看那个命理老师说五号会带财、哦。真的假的？那为什么七号会变幸运数字啊？幸运就是国外的啊，就是国外的什么 seven 一样。其实七很多用意耶、欸。对啊，我记得好像有很多用意。看一个礼拜七天。嗯，然后说什么？就是很多数字都是七，对、啊，都跟七有关、啊。然后你看，那个原罪也是七个嘛，对不对？你说那种日本的那种漫画，很多都是七个，就很多都七、啊。喊错人了，
还有什么七大座呀？他刚刚讲卡住了。哎呦，卡住了。好哦。哎呦，完了，我进不去。哇，音乐的。阿狗，干嘛？你刚刚想干嘛？没有啦。想干嘛？你想干嘛？阿气啦！说，心不甘情不愿。我知道刚才你想干嘛，你所以才没有啦。我有听到纠纷的味道哦。那请问听到纠纷的味道什么时候会盖好呢？下周哦。To be continued。你现在就到处贴小广告哎、欸，真的，我到处贴小广告。哎、欸，外面有外面有突袭啊，在我们吉祥话打这一次突袭啊，打有个任务不是有那个吗？要打那个什么？还有吗？连线中断哎、欸，有啊，有一个是要打招出来的那个脑鬼几次？还是你要那个拉面重开？你拉面重开看看。你拉面可能太咸了。在哪里啊？它可能就凉掉了。对，你要把它加热一下，然后加热调味，调味不要这么重啦。对，调味太重。好哦。哇，你们是说提吃的？奶、啊，叮咚还没吃饭呢、欸。我假的。我也好饿。最近不知道是因为太热还是怎样，我现在都一天吃一餐而已。哇，一天吃一餐。我天啊！你的那一餐是吃会吃很多还是正常吃？也很少。那你这样子，你会精神状况会越来越差吧？对啊，所以对心态不好。对啊，你还得不会塞。等一下突袭，我被 key。哎，没有啊，你只是我在家里耶，你只是要先打掉，然后回来引触发突袭而已吧？是吗？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是要干嘛？陨月啊，就是他会有先锋队过来，那、啊、你把他杀了之后，还会有那个不祥之兆。有像不祥之兆这啊？我没有，那你就让累积啊，他不是会累积？很难累积耶，这边有哎、欸，对，没村庄。要村民有村民就可以了吧？要房子要床要床，放一张床呀，要独到床。独床。绿烟，哪里？哪里？回家了。绿的烟，讲的哪里了？哎、欸，他们好像会传染的，我刚打。啊，突袭开始了！突袭开始了！突然開始打不到突袭，但我有看到。我也要飞家。楼上那些好烦哦、喔，一直叫一直叫。阿、啊、力、欸，太多只了吧？太恶了吧？对啊。哎、欸，射那个会飞的，射那个会飞的，射那个会飞的。有点太多了吧？太恶了吧？超多哎、欸！我的天啊！因为都没睡觉，大家都没睡。我觉得这个数量真的有点夸张了。而且刚刚在哪里啊？刚刚白了。绿的来了吗？来了、啊，突袭来了、啊。你们看到头上那么多突袭吗？上面那个谁？掉！在哪？在哪？在哪里？等一下！小雨，你冒绿烟。小雨冒绿烟，没有冒绿烟，早前面就冒绿烟了啦。是打小雨吗？我那是幸运效果而已啦。哦，你啊，所以突袭的怪在哪、啊欸？找一下村庄，村庄一二八格都有机会出。哦，我看到了，在甘蔗这边，甘蔗那边，苦力炮有绿烟耶，减少了。上面怎么还不烧啊？等一下，太阳还没出来哦。他们慢慢烧、啊，太阳。看你家的旁边那个。哦，我去看一下。开烧了，有了，超爆了。啊，但真能加。哦，在外面吧。哦，看到，外面还有。出去了。被树挡在外面了。看什么东西？出来了。哦，下一次突袭。你有看是躲下面吗，杰克？没有啊，就在门口啊。门口右上角。累积哦，累积哦。哦，还没啊，还在躲。来倒数啊！都是洗呢、哦，我要去打了。哎、哦，我看到哦，一样，同一边。我还是觉得这边有那个地毯门啊，可恶！哎、欸，我走着迷路啦，傻眼！你为什么会迷路？你怎么迷路？我走着迷路了。你在家里迷路吗？把你打死！哦，我刚才看他走过去，然后就哎、欸，等一下，如果脑鬼先直接打。
这一第四波才有。有人想解那个吗？有人误啊，不是有一个什么打死？有人想解就先不要打死啊。看来是小雨想解。哎呀，在哪里？在哪里？哎，他在外面大平原。大平原，好，大平原。哎嗨，我绕了一圈，我这里可以走出去。牛，我跟团长走出去啊，沿着河道走。雨月，这里很难出去。对，我走出来了，走出来了。我那个时候有尽量包起来。我在哪啊 ？Oh my god！ 救命啊！一匹马，我已经 KP 三次了，你知道吗 ？KP 谁啊？我是 KP 那个泱泱，然后又 KP 团团，然后现在 KP 雨月。忙啊！女巫帮我丢回复药水哦。啊，他是要丢他们自己，他要丢自己人补到你，爽！那路痴跑过来了。哎，我终于到了！我绕了三圈，边白金家旁边。你不是踢影院，怎么会什么还有？不要打猫，不要打猫，小心猫猫。哎，有旗子了，以后猫死了要叫大屁股。这有没有垃圾桶？垃圾桶，垃圾桶，要找垃圾桶。哎，嗯，杰克还是不行，杰克真的爆炸了，爆炸了，突然间的爆炸。嗯，等下抽到真的只能那个充公了，不行啦，杰克哭。哎，为什么在家里啊？在家里面，在家里面，在里面，是在家里哦，太牛，在里面。有时候会生在家里是没事。把那个泡沫纸打掉。No！ 就是我看到了，就是你。我们在等他。猫。哎，老鬼，老鬼，谁要打？谁要打？谁要打？不是要，他是说同一只的幻魔者召出来的老鬼。哦。啊，是不是被打死了？对，就死了。哎，阿静，你家有一只？那就没办法。三只哎。阿静，你家有访客哎？要客人啊。我看一下在哪里，哪里有客人？哎，真的，真的，人家有客人啊！你可以把它命名成什么叫救还是什么的？他是在找抓打谁呀？啊，不知道。然后你命名之后，他就会连敌方生物都砍，谁都砍。有好生物是不是？不是他敌方生物啊，他不知道打谁。他干嘛？他不知道打谁，还在思考。里面的没人，他可以打是？他们也要打我们啊？对啊，在打外面不知道谁吧？你们全部见就知道了。好啊，繁星法，怎么可能是我穿？我刚这样超远的哎，鸳鸯进来啊！我觉得感觉鸳鸯进来，你装备这么强，你不怕他？你到底在怕什么啊？你装备很强，你被他砍十刀都不会死哎。是我吗？应该是泱泱，对，哎也不是哎，那到底是谁啊？他是 AI 坏掉了，坏掉了。他在看头上，头上有什么吗？他其实是会跟着队那个队长打，可是刚没有看到啊。他头上有什么啊？头上没东西啊。他现在很茫然呢，啊奇怪，怎么瞬间剩我一个人？跟你一样啦，你刚刚我迷路了啊！你们在哪里？他好强哦，他是迷路。我要删去补。没人啊？他进，你要帮他命名吗？啊，不要删掉。他是突袭，杀掉那就杀掉他吧。嗯，可能他死了，吐噜，好莫名哦，这个，吐噜，吐噜噜，也让他就上去回血了，参悟了人生。说村民跟 K 笑一样，一直走来走去，嗯，很怕，超吓吓死，惶恐，哎，又在家里了，哪里啊？惶恐啊！哎呦哎呦哎呦呦！幻魔，幻魔，幻魔者，幻魔者要留哦。留下那个幻魔，这个可以打吗？好，留着幻魔者。拿奴这个可以打，可以拿奴的可以。哦，留那个就好了。会召唤东西也不要打。我抓到了，我抓起来了。抓起来。啊！啊！这个在里面。你抓一只会危害到羊驼。哎。啊！谁射我？对不起，我要打那个小狮子。你差点。羊驼，羊驼被咬了。不行。你把带走，把它划走，把它划走。啊！谁？把它划走，快点把它划走！划走，你划到那个东西，不是要转边吗？快点啊，这里！啥情况？啊！哎，我卡住了。两只。啊，等一下，我去回个血。聊色。哎，摇头的摇死一只。再远一点。没办法，没办法，带到小雨家里面去。不要带到我家里面啦！不是，他现在身上有那个啦，有小幻魔者，像脑鬼。
不能坐船。他是那个船上 啊，先把他推走，先把他推走，把他推走，把他推走。啊，这是他怎么？他走，他走，他走，他走。哎，阿基，不是，我在上面小队，小队，小队。我觉得真的要赶快把法院盖出来了，气死我了！你把我的财产杀死了。法官生气了，哎，你这边的话会死熊猫。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这边我不能滑过去，我不能滑过去，有凹槽，有凹槽，可以炸掉了。可以杀掉了嗎？有六只了吗？有六只了吗？我解完了，你打完六只，你打完了是不是？好，那打掉吧。那你把它打掉吧。我是觉得哈记你的钻石哈，嘿，要给我点精神补偿费啦。真的，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如何啦。我的船呢？我支持你，我同意。你要开个法院来，我的船在谁那？船不知道在。船。叭叭。屁啦！你在熊猫馆干嘛？白痴！哎，熊猫馆还有哎。熊猫馆里面吗？哇！熊猫馆里面啦！哇哦！而且还在二楼哎！这是世界奇景哎！哎，这是奇景！太棒了！他们很好的被隔离了。那幻魔要先打掉，不然等一下熊猫被咬死。对啊，对啊！哎呦，幻魔者走好快！等一下，他怎么走那么快？他内劲就那么快，要死了！他内劲就这么快，你上去补血，你上去补血，吸吸吸吸吸。射不到你哦！还有吗？还有吗？有！跳一下！我怎么会下来了？好可怕！哎呦，射到人！耶！这边小蚊子，这边小蚊子啊！我没有哦。你要去打突袭，还有打突袭的任务哦。有啊！雷雨了吗？雷雨了吗？雷雨了吗？我要养骷髅吗？是雷雨吗？是一般下雨吗？哦不，看有没有换雷啊？对啊，看一下。你现在试试看啊。我的长沙棋在家里。这脑鬼消失了，感觉没有哎、欸，没有打雷的样子。嗯，脑鬼还有几只啊？白痴，我不要跟着我。没了吧？我锁定了，差不多了。他真的是锁定我、欸。嗯，我是觉得没有打雷啦。感觉没打雷，看你在干嘛？对，没有打雷啊！把垃圾丢一丢。哦，对，杰克进来了、哦。对啊，我刚最后时候进来，碎哦。那你身上到底什么效果啊？啊，但是抽到就我刚被苦力怕炸到。啊，所以你现在是幸运效果吗？对啊，幸运跟村庄英雄。你为什么在钓鱼？钓鱼很有气。你不要当那条鱼好吗？可以帮你处决他。先不要。你刚丢给我什么？哎呦，哎，很好坚持。那个羊驼的衣物。我的天哪！我还以为你是要给我精神赔偿费，就居然只是丢给我他们的死掉的东西。哦，浪费了！来！哎呦，就是羊驼值多少钱啊？那个是旅行羊驼，他看过好多生态域哦。你们有很多的经历哦。人家是旅行青蛙，我是旅行羊驼，而且还两只哦。哎呦！所以我要两倍的赔偿，这样子。我没有这样讲啦。我不能跟他讲。羊驼是两只啊，还好还好。还可以，可以在我的湖上扔垃圾。你怎么会？我先猜酱油。哎、欸，啊，还钱了，还钱。怎么了？我怎么了？直接砍。我在挖钻石，人偷我的钻石。哎呦！哎、欸，我怎么觉得最后最想跑法院的就是酱油跟哈记啊？对啊，为什么？没有啊，酱油是因为一直被别人讲说，哦，就是你啊，哈基是因为一直跟别人起纠纷。两个去的目的不太一样，一个是被人家按铃，一个是自己去按铃。你到时候门口就放一个钟，然后就是敲铃铛，敲铃铛，然后呢，其他人就可以去那个围观。大家就可以，哎呦，我听到钟声了，可以有人要打，有人要打官司了。就开始辩论开始这样，辩论开始。今天修补货喽。耶、yeah. 我整个就是这个莫名其妙的被告人。被告人。请问一下，谁有黄暴证？我要被跟他买。我有，我总共11张。太多了。太多了。
啊，就累积下来都没用啊。哦，啊，两个人都各出一个价，我来看要跟谁买。另一个是谁有啊？杰克啊，杰克，我们两个出高一点。他骗你，他骗你，他用低价卖掉，他骗你。对，八块钱就卖了。对，对啊。数量多了先嘛，对不对？数量多了先啊，对吧？然后他寄先吧，一块有没有？那一个，我收，我收，买一送一。对收。嗯，我不知道哎、欸。它稀有度如何啊？这是算它的价格、啊。其实我不知道到底好不好拿，老师是不是都一定会掉啊？它 BOSS 一定会掉一张。对啊，原来如此。所以我又开始飞了啊！好了，五钻一张，哇，好就可以了，会就可以、欸，那就五钻。阿基在哪？自己在箱子这边自己去买。我找不到，好像在楼上的箱子还是什么吧？对啊，应该是楼上吧。对，这么贵重的东西应该是楼上。不是、啊，不是，不是，我是说中间楼上。哦哦哦，嘿、oh, oh. ， hey, 你可以去跟我买、啊。你跑去他家楼上。跟酱油不是一样吗？你也五张哦。对对对对，你啊，防爆啊，射不透。算了，懒得射他们，只会很吵。我要穿一块格，还是要睡个觉之类的？哈，大家一起睡个觉，不然他太吵，是不是？好，睡个觉。有人刚出去，酱油回来，酱油，你把你的船放在你的那个戒符盒里面，干嘛？怎么全部传我啦？大家都去你家睡觉。哎呀，睡觉睡觉。那格数露营是？不行啊，我哎、欸，好帅哦，这个东西。你是不会飞回来吗？上次就有了，不是吗？来，对呀、啊，为什么酱酱油现在不知道我家出口在哪里了？对，我不知道他家出口在哪里了。哇，你从我家走啊！我要走的了。啊，我穿过去还踩在他们身上耶！怎么我睡觉的时候就没有说我想睡觉？对啊，为什么？哎、欸，等一下我看一下、喔欸。嗯，好。他也没有说我想睡觉嘞。哎、欸，好了。天亮啦，敲钟啦，打架啦，没在下雨啦，啊，哈基在家里哈，我要直接给你，我刚刚找箱子，不知道是在哪个箱子里，上面的，这上面，天上的上面，哦、天购买区、贩卖区，哦，对呢，我第一次，终于第一次要用这个功能了，我要上去了，上来喽，终于会用这功能了，啊，什么功能？椅子用火，那个啊、椅子用火，黄暴枕头要用买的。哦，终于安静多了。看团团冲抓，你就把敌对生物关掉哦。对啊，你把声音直接关掉。我关到剩两个啊，可是我怕就是听不到怪。金怪。有、啊、反正你都在家里，你在怕什么？可是还是有点没有出。谁？等一下，一直上魔剑。妈，太尴尬了！是在互相那个在传递，我给传走。我到了，我踢到了，我要踢了。哎呀，在树上踢。他看我，为什么有人踢我？我看好快，他走好快，他走好快哦，他冲超快的、啊，哇，好可爱啊、哦！把他带到水里面了，把他带到水里面了。旁边有水池，旁边就有水池，旁边就有水池，跳下去。跳下去，跳下去。追谁呀、啊？我啦，等一下啦，我很慌张。你看到那几群屁孩吗？有看到了。哎呀，为什么会？哎，好啊，蚂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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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退了。哦。哦，太饿了，太饿了，不行了，不行了。跑，哎，不行。跑了跑了跑了！哎、欸，希娜，哎、欸，我点会了。希娜，哈哈哈哈哈！别别别别！不是希娜着火在追我，超痛！真的是哭啊！我的天哪、啊！哭啊！哭啊！怎样？刚才怎样？他好麻啊！我被队友砍了，我被队友砍了，好痛！他好偏啊！在干嘛？不要连我都砍啦！欸
我被人杀害了。我觉得你这个下个礼拜你要补偿他哎、欸。减三。哎，我觉得这样真的以后武器都要用斧头哎、欸，不然就不会打到人，好可怕哦、喔。太可怕了、欸，太可怕了。一点就用斧头不就没有那么强啊？哎呦，哎、欸，斧头可以附锋利吗？啊，不是附锋利啊，我是说那个冲装的可以哈。可以啊。哦。对啊。你退吧，附近的基础还在刚刚那个现场。哎，我找一下，在你的案发现场传过来吧。对，你用提的。哭哭，我觉得蔷薇斧头你要扔掉哦。我来啊！那小雨先不要动，来，这个这是你的。耶，好。真的是，这34颗。哎，34颗有包含我自己原本的。有吗？这么少应该是没有。我要询问一下。去问一下，你是不是嫌少？他刚刚就说，那么少一定没有了。那么少一定没有。少一点。哎，刚刚几个人？全场都在吧？全场吧？没有团，全场不在，团不在。我很哭啊！哭吧。刚刚留个七就好、啊。哎、欸，怎么这边我惨过的、啊？是我惨是不是？七，七算数不好、欸。你就看鱼啊，三四颗，有一个六，其他都七。哦，他自己领六好了。第一份，那你一万格咯。好，一份七。哦，来到雪地耶。好耶。哎、欸，对耶，我们现在都在随机传一万个，到底我们有没有人有就是传了两次，然后都在差不多的地方？那个海洋那边不是就很常传过去吗？哦，就是刚好看到曾经其他人待的足迹，这样、欸。我还没拿，要没拿到吗？没拿，我还没拿到，我没拿、啊欸，我没拿、啊，我也没拿。啊，可是我身上分完了哎，我多拿、啊，我身上只有七颗，我身上也七颗，七颗。哎、欸，我中六颗哦！不要看我，你是不是算错了？是我算错了吧？你说的，我算错了吗？那你要说七颗嘛？七七四十九，哎，啊，对，我算错了、欸，完了，哦，好啦，到盛装吧，盛装再丢一次，这样就好，这样就好，差不多就好。请问有人在家吗？我不在，要不然繁星给你，我拿石头，我再去卖石头。刚刚也给我了。我再教他两颗，哎，我三颗啊，两颗差不多啊。啊好，我再教，我再教。他提电话，啊，还好还好，我传错，我一个阿仔。不是啊，我刚刚又没有在算，我刚才等人家给我答案啊。对啊，你说七颗，我就分七颗了。算错，我算错。你以为我有在算数吗？你小偷，应该反过来才对，一人五颗，有一个四颗。对，应该是这样。没差，对，而且大家都没有人反驳，有没有？大家同时有穿，因为大家没有在想，大家就可以拿就好了。应该没有错啊，应该差不多吧。反正有拿到就好啦。我要传一万格，我的手好。我有我的悬崖边，可以。你为什么不 TP 那个啊？团团他不是也在挖？哦，好，师傅我来了。我的天哪、啊！他干嘛？怎么了？我刚好蹲在岩浆旁边。哇塞啦！他有下去吗？他没有，那可惜。那我还活着。然后你应该在那个岩浆中间，然后就有一格哟。要拍他肩膀。对，要不能谋害自己的徒弟呀。没有，这是给你的考验。你看，我追随了师傅这么久哦。对啊，就是训练久了，他觉得让你出师，所以要特别训练。我觉得师弟应该更需要，嗯。那晋级考试，他还没那个，他功力还不够。你现在是下级徒弟，下级徒弟，师傅，我必要出师。你这样不行，我必要出师啊！怎么了？
要让他出师。他要出事，我要让他出事哦，出事哦，是出事还是出事？出事很清楚哦。哎呦，就是要有潜意，哎呦，出事了，我出事了。可是你不是有装备很强，你为什么会被打死啊？哎，你知道超可怕，那个僵尸跑超快，他跑比我还快。可是你装备不是超好吗？我记得有那时候剑砍你，你才扣一滴耶。我不知道哎，他给你残血啊之类的。哦，外面的怪也有加力量啊。哦，还有加力量。因为我记得酱油的装不是反甲反超多吗？嗯。哦，我应该没记错。搞不好那只僵尸已经死了、啊。哦，新生打，新生打。他自己这游泳池根本就是钓鱼场吧？我是你们在钓鱼哦。每个人都会走去钓鱼，走过去钓一下。真的，射手路过就钓一下，钓一下。嗯对了，可以干嘛呀？我已经在等十点了。我也在等，对，但是太快了。我想今天还有，如果想到最近的任务就没有新增。请问可以提早开奖吗？不行，我靠，搞不好还有人还没赚完三张票的钱呢、啊。对啊，对啊，对啊，还要压在最后一刻才买啊之类的。有想过低收入的感受吗？对啊，对啊，没错。为什么僵尸一直出来啊？搞不好有人在等牌，等牌资啊。牌资？对啊，不是有些那个赖群主又说钱的资，钱下去就是你的了。还给你报名牌。对啊，报名牌，想拍。拜托，要是知道的话，我干嘛告诉你？自己先不就好了？你、可是真的蛮多这种东西，很多哎、欸，很多，很多，对啊，就是我们没接触到的地方，其实还蛮多很神秘的东西。嗯，神秘。对，现在一律觉得自己不懂的东西，讲神秘就对了。嗯，神秘，神秘，最安全的，最安全的，没有错，不会冒犯到，没错，没有，我也没有冒犯的意思啦，嘿，啊，金哥，你这样我是瘦了，哎呦，这不在我们的范畴之内啊，嗯，真的，嗯，丢丢丢。哦，这里。哎、欸，这村庄英雄的那个状态是不是永久存在、啊？没有，没有，没有。现在有时间了、啊，哦，时间出来了。没有，我刚刚看错。就超过一定时间，它就会变成 XSS 啊。哦，我一直以为变 SS 就是永久的意思。嗯，没有，它里面还是有数字在跑，只是我们看不出来而已。嗯。所以像那个什么1000格以外，一万格以外的怪物，你打死之后，不是它会身上会有加速4跟力量4吗？那、啊、这个效果其实。也不是无限的嘛，是其实是有时效性这样嘛？照理来说是有，只是它可能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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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所以哦，它没有无限的东西，它只有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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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可能把它弄到什么9999的，9999万之类的这样。对啊，好像你这一件不要、哦，要不要买啊？买了买了买了，因为他觉得他身上那个比较好啊。嗯，买了钻石鞋也不错啊，那个钻石鞋。旁边那一件买了买了啊，看一下钻石鞋啊，看看旁边那件钻石鞋，生命生命生命哦，这鞋很多哎、欸，我试穿看看，哦试穿试穿，生命啊，那只送试穿的话，大家都会那个脚臭味很重啊，那我这一件也要试穿看看，臭，各种试穿，嗯，我这穿要去鞋变好多、哦，是不是？块肉而已，对，买了，对啊，买的啦，买下去了，都洗好了，买的啦，加伤害又加血量，对啊，买下去，不买了，再等明年了，明年不一定有，等他有七个属性再说哈，哇塞，七个属性啊，谁？那少一个属性啊，算了算了，等他只有七个属性再说，七个属性加十块，我去帮你加好不好？帮你加，加十块，加。来帮你加个七个属性啊、哦！啊，不要啦，我就送一颗真能石在这里面这样子啦，哦，附赠自己按这样，自己按自己按。哎、欸，不对啊，已经七条了。
我是说杰克那一边的，杰克那边的。那边那我管不着。哇！那隔壁家的店的在哪里啦？放麦克啦。隔壁店的东西啦，不是你的店啦。隔壁店的我不知道啦。好放一下啊。隔壁的老板帮一下。然后我现在也没有钻石，我做了洗人石啊。洗人石会真人石好不好？阿基老板，阿基老板，阿基老板，真的很赚嘞！我没有很想要那个东西耶。算了算了，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就算了，不要那抖。哎，其实洗人石其实蛮赚，你想它一克价值就是十个那个十个钻石。对啊，嗯，是这样，超过超过。对啊，等于你多多买一件。而且你还可以指定欸，你不会比如说什么哦，你想要剑，然后出来是锄头欸。嗯，哎呦啊，对不对？所以撞你偷抽不说啊，你会说偷抽，连抽好几个，我天啊！我想说看能不能抽到三叉戟。啊，现在三叉戟都隐约收到了。对啊，三叉戟我的是打到的，不是收到的。哦，没有啊，我的是打到的。看来是有人属性充失败了。其实根本没有那个三叉戟这样。有啊，记得不是说很多几率会有别的东西，就跟衣服有、那個、怎样怎样，冲坏了，这听起来就是数字不行、啊，都全部在非惯用手啊，非惯用手是我是要非惯用手没错啦，啊，不过都加在盔甲上面呐、啊，哈哈哈盔甲都是我加上去的，碎啦碎啦，我要哭了，你啊，你洗那件，就顺便让我看一下。我对剑有兴趣，剑吗？对对对，你为什么不先鉴定完再放进去啊？因为没什么，看起来没什么好东西要乱鉴定。我们现在要看的是鉴定的东西，那个属性那个可以自己之后再洗，那个自己弄就好了，自己弄就好了，鉴定这个再弄就好了。对。你怎么那么傻？刚刚就是跟你讲，他可能想要附魔的都先完美再去看属性，好像也写的盔甲跟啊。啊、哇哦！哦，可是你万一在副手啊，你又不用非惯用手打架，除非你是那个 Kili 嘿，对，那个人 Kili 豆上，哎，那个我们已经有一位啦 ，Kili 允不是吗？十八铜人呐、啊，十八两，哎呀，现在大家怎么围在这里？下次要鉴定好了，麻烦了，快要那个、太多东西啊，我要回去，快讲了。我要回去，我要回去。都在这边，都在这边，都在这边。我要双手拿彩券，双手拿彩券在看。不要不要，我要中奖，对奖，对奖。二号，哎呦，这是五二号，失败。你越中奖了，哇，音乐，爽赚。爽赚一波，太爽了吧！降分，降分，来，我捐三十颗哦，下一次加码，下次抽奖，哎呦，投自己回收啊，有回收，回收了，好，彩票放箱子里面啊，有放了，放了去啊，真好，酱油是说你有鬼，我看一下，哦，我好想再抽一次稿子，抽。你们有没有五颗钻石可以捡？五颗吗？来，五颗！哎呀，阿弟狼你对，啊，阿弟狼你对，我上去找你。哎，看一下这有的财宝。啊？没有财宝了，耶！谢谢富豪月。哎呦！耶！哎呦！耶！冲！我要去冲了，我要拿素材。我们在旁边看。冲！好，我要看你冲。看你冲，看你冲，防爆冲，防爆抽起来！我有拿，我要拿防爆剪，好，我怕了，害怕。啊，不过他准备按下去了。有，哎，他记得我一定在你那边买了四张，刚刚继续啊，刚刚继续鉴定啊。哎，我买四张，继续鉴定啊。他要冲的瞬间，把那防爆剪拿起来，再放回去。哎，不行，也不可以这样，这样我要法院诉讼哦。诉讼起来。还有64颗钻石，
哇哦，欸、我要再难一点。哎呦，好险、哎！我现在冲撞都会放防爆卷，吓死我了。很抖，很抖，很抖。哎呦呀！哎呦，哎呦，好险，好险！哎呦，很抖，很抖，哎呀，很抖，很抖啊，抖爆！嗯，好嘞，就冲完了，冲完了，觉得也差不多了。我先把钱存起来，等一下我就存钱。好爽啊！好爽！哎，那我们要下去耶，我要下去了。下去，对，下去。去座位坐好。位置好，来喽，来喽，对，哎呦，哇，直接换四十四砖的量哦，谁在下面是安安的？谁？这次看起来蛮像是，不要玩按钮，这个是谁啊？不要繁星吧，跑出可以是繁星啊！我跟你讲，一开始是哈记，我刚刚要弄哈记的，我在等他下来，就是弄不到他。有啊，你后来用到别人。来了来了，谁知道？没人知道。我去存钱，抱歉。哦，哦不好意思，在存钱，因为存钱所以知道要扣五块钱。我要发射了哦！你要负责任哦！还有还有。好啦，今天就到这边啦，下课，下课。哎呦，好啦，看来应该是没有要那个啊，因为他们好像对昨天玩了恐龙之后，就想要继续抓恐龙了。所以等一下应该是干嘛？动身一下吧，去别人家抓高脚蟹。是这样子。靠！我会吃到猫。好啦，那就这样子啦，感谢今晚的收看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啦，拜拜。伯伯，嘴巴怎么不会张开啊？不知道啦。拜拜。哦，好拱。想挖家一直没有时间，哎。我是哈记、哦、我先下气哈，等一下等小雨开好。小雨哈，我说你今天有用吗？什么哇哇哇哦，没呢，我后来没用，怎么了？个画师，对，因为他名字是一个种类。然后刚刚在弄的时候，黑桃跑来打我，啊，白目。哎，画面卡住了。好了，要换分类哦，没差啦。在打架是不是？
哦，对耶，这时间抓得到耶。啊，然后你也去跟狐狸买画，你去买那个星空的画。关系啦，再看记录档就好啦。要走了是不是？这个时间出门奇怪，不会啊。怎么会奇怪？你讨厌刚打屁呀、啊？啊！不然我先抓完上辈再去阿亮家好了。阿亮在吗？等下记得开导、太好了，好，黑桃，黑桃，你可以先去阿亮街啊，有螃蟹可以抓，看你要不要先去抓而已。黑桃有没有听到？黑桃，要睡了那就睡啊，要睡哦，那把你赶走啊。欸，他还是有对我嘴巴欸，因为我刚打哈欠嘴巴张超开的这样啊。要早起吧。啊，要三倍，拜拜吧。我明明没有抬头，它会自动帮我抬头，好奇怪哦。
说视讯。不会吧？约个矩阵哦，等那个什么？我不是谁？天哪！其实这是一个筒子啊，我记错了。哎咻！快给我凡利贝！我不想捡了。高脚蟹吗？高脚蟹不就是帝王蟹吗？那天在跟我朋友在吵这件事。他说那个是帝王蟹，然后放出来是没有箱子，不又是大王巨子吧？哈。一火一火什么？啊，他也是大的鱼影嘛，大的影啊。抓到一颗什么？你说凡利贝吗？凡利贝要在自己的岛上抓才会有阿塔啦，要没有人。
我跟贝壳一样大，不是很难遇。我的天哪、啊！这他还是超难遇的喽。他感觉到棺材也不会抓到哎、欸。主要是现在我眼睛快关闭上了，关上了，快合上了。啊，就等我找到凡利贝啊，不是找到才出岛。哦，那你睡觉，这点钱才叫我睡觉，不可能。啊，那个嘞，高脚蟹出来的时间是多？他的时间啊，过时间。看有灯了。哎、欸，我想说刚刚要掠过他了。好、哦、全天哦。嗯，刚好就在了、欸。哦，这个有机会，我来啦，凡利贝，标物贼，标物贼，标物贼，耶、yeah! ！我要出发喽！你难过啊？你不在写作业？没事啦，你反正你后面天天有来找阿塔的话，珍珠会一大堆啊。然后后面也就跟星星碎片一样啊，星星碎片现在都只是不知道干嘛。哎、欸，他给我什么吗？帽子、头冠。海主安安安安，海主。要出发啦，找高脚蟹啦，阿亮我来啦，
怎么了？不要，你们都乱送衣服。怎么叫我凡凡呢？啊 ！I could 哦，挂台睡觉了，晚安，晚安，晚安。我想说奇怪，怎么没雪了？对齁，你是九月了。啊，你这样子太早调，会不会？还是说你下个月其实下下个月没空玩？片哦，酸！好，空的。
我去洗一下脸，快睡着了，等我一下。回来啦！所以是略过他们，不用抓没关系。如果不会不用抓不会消失吗？那、啊、这就是海带的泡泡啊，海带跟海葵。
找谁找啦？好烦哦，那么想睡啊。哦，没事，对哦，没有忘记我今天只睡了几小时而已。忘记啦，再游啊，再游。哎、欸，走。啊！行。哎、欸！太好了、哦，两只没抓过的。不笑、哦，好，我到，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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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有点远呢。没有沙滩，等我一下，不用连，我连发按下去了，我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嗯，有这么好抓？干松叶蟹。看来还是需要喝提神饮料了。伸懒腰，伸懒腰，伸懒腰，哇！
不行，我直接睡着了哎。没有想说刚抓螃蟹那一瞬间，然后眯个眼睛，这就真的是那种眯下去张不开的那种眯。然后我开到11点好了，不然感觉身体不太行。那我今天是想一下，昨天12点睡嘛，然后睡到早上7点。那也还好啊，有睡6个小时啊。啊，不然是因为前天啊，因为前天没睡着，睡得不够多。然后导致本来作息应该是10点睡到6点，早上10点睡到下午6点。大乱。那我们就开到1点吧。但是没办法洗澡了。这状况去洗澡的话，我会连我有没有洗过头都忘记，所以有时候在厕那个浴室里面洗两三次。啊，对耶，头发就突然发现说，我泡泡搓头搓这么多泡泡出来啊，我刚洗过头，这样子。天哪、啊！看到我没讲话，嘴巴张那么开，就是打哈欠了。等明天才能再叫你开给我抓了，哇！等一下，如果他出那个料理，这海洋生物如果是用料理，然后说可以做标本，那我就觉得合理很。不然有些想拿来做标本做。这合理的、啊，那我就会，这水母墙就可以放真正的水。
欸，我好像不太行了，欸，他还只能到这样子。要昏倒了。好啦，各位，我好像只能到这边了。我坐不太住，应该看看视讯就知道了吧。我现在只是就左躺右躺了。啊，感谢大家亮啦，那我就抓到这边啦。谢谢今晚收看啦，那要关台咯，各位晚安。要改什么岛啊？你知道这个月份的岛改成怎样啊？好啦，而且你吃东西真的也撑。大家晚安咯。好啦，阿亮踢我吧。阿亮请踢我。各位晚安啦，明天晚上见咯。大家踢我，人家就一直游一直游一直游。我要溺死啦。好啦，各位晚安。我好梦啦。不行，如果打开你们看我真实视频，觉得脸超呛，而且是晃头在晃手。拜拜。